好，大家好吼，欢迎来今仔日的哲学星期五，天下的礼拜五吼。今仔中华已经今仔日哲学星期五八周年啊，即卖是讲本来因为咱拢七点半，即卖较变七点，原因是惊爆场，所以我咱就从七点开始。啊，佫有咱的讲者，讲者伊是住在南口，位南口啊，所以伊时间到一定爱紧等。所以咱要配合伊个时间，无一般来讲，咱拢是七点半。啊，我介绍即个超台语个名，是我好个人吼，我故意要让我知影讲讲台语是超酷吼，就讲习惯就好。啊，即马就是因为我即马在面试个时阵，啊拄着上路，啊是你们大家拢知影迄个面试有一个哲学谈千年个节目，啊哲学谈千年里面节目有一题是用台语讲。第一季的上尾一集，用台语讲。啊，台语，阮三个叶浩峰伟，因两个拢会来，包括阮三个啊，拢讲袂认得。阮的那个现场的指导教练就是吕尚武小姐，吼、哦，啊，大家热烈掌声一下。啊，为什么我是台语呢？因为我是他硕士论文的口试委员。所以，啊，不过我有付钱哦。那天你当教练，我们要凹学生哦，不然到时候会给我们用课哦。啊，所以，啊，所以我去面试的时候，拢会拄到伊，对，讲，哎，咱用讲一寡台语的话哦，啊，讲一寡新世代，就是讲，嘛毋是做历史的，他们知影，即卖新的世代的少年人，用台语在做工作，因做啥物有法来工作，对。啊，另外一个是大练的吼，邵大伟，我想讲，即侪人拢是熟台语的。啊！伊即马搁咧报道联播网咧主持吼、哦，全职的工作。啊，等一下那个某某吼，等一下他也某某来。好，你来临时嘛，我咧主持。某某，你要不要吼、哦、也顺便来前面坐一下？哎，好、啊，你坐下就好。来了。啊，哦，好啊，所以今仔日吼，大家都较轻松的哦。那即马，再次热烈掌声哦，欢迎我们两位讲者。伊头仔问我讲，伊爱坐起讲还是徛起讲？我讲爱徛起讲，因为我咱个看到伊吼、哦。好，来。好，多谢。大家好，我是尚如吼，其实我的名是李尚如啦，因为我的英文是李尚如，但是大家拢会讲我的尚如读作尚如。所以这是无共款的音，就是我想要解释一下。然后今日真感谢清凯先生邀请我来到今下礼拜五嘛，真欢喜讲，咱今日咱邀请到高亮先生同齐来讲台语工作者这个题目。其实我的工作就是我即马伫咧台湾的目睭，面试伫咧做台语新闻会议员。然后因为这个工作其实若是简单来讲，就是加一条。华语的新闻，然后改配做台语段，因为咱即摆咱所看到的台语新闻，其实伊原底拢毋是用台语落去写的。所以一条新闻伊做出来，伊拢是用华语落去来写做新闻稿，然后先用记者先用华语落去配音了后，伫咧台语新闻要报出进程，咱才用台语落去配音。所以安尼讲，可能大家无了解我伫咧讲啥，其实大家拢会了准讲，就是。台语主播的台语是阮所配音的，其实毋是。但是你若是看到伊本人嘴有伫咧叮当的时阵，这就是伊本人的声音。所以阮配音的物件，就是阮把迄个华语的新闻稿改配做台语，这是我的配音。所以我即马就会当先放一条，大家听看卖。好，第十三年前工作好歹，真侪部门拢歹去。虽然陆续有收入好些，即关湖山总所一直拢无搁开放，只嘛重新来营运，后面将会当直接经营的，享受关湖的风景。天接白云，光爽的鸟仔就开
新的唱歌，新的关务国家森林游乐区内面的关务山庄，伫咧封十三年了后，总算重新开放。山不能走的时候就听了那么多年的。他本来参观过啊，就是来这边看这个云海，很漂亮，夏天来这边避暑真的很好。海拔2000公尺的关务山庄，热浪巨石的冰河温度等在18度之下头。不过因为2004年爱丽丝海受过受损真严重，才封起来，一直到今年才阁开放。房间好吧，爬山的人没有睡得那么好，六十五个床。两舒适的环境，阁会当看到雪山、圣名山，几粒山头是青绿绿，平常阁会当欣赏到山外的景致。若来到黄昏时，规个云海一波日头光是笑甲红彤彤，水甲会甲志。那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圣像积雪，那其实在今天的时候算蛮好看的。那另外还有像是巨木群的那五棵巨木，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景点。不过即马整理好势，平常做人又搁加一个佚佗行动的好所在。你是去完成的功德。这敢是你的声音？这是我的声音。啊，为什么甲你即马有共款？我嘛不知。那个，迄个做机器的对不？哦。啊，对不起。像那个卡迪诺的。我嘛不知，就是有当时啊，会我可能迄个物件收音出来了后，因为你个你声音在收的时阵，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我即马讲的声音和伊播出来声音其实也无同，然后已经过档案转换了后，其实迄个原底声音嘛会搁变去，所以即马大家所听到的声音，甲我录出来声音无同款啊，就是。咱搁转来到台语新闻这个物件，就是其实我头先讲到，就是咱是拢是用华语的新闻稿落去改改做台语的，但是伫咧这翻译的过程当中，因为咱知影讲语言和语言之间这两种物件无共款的时阵，咱要改倒甲麻麻麻，这是真困难的一项工课，因为有当时啊。一个意思，伊可能伫咧台语有遮个讲法，但是伫咧华语有无共款个讲法？比如讲，咱华语当中，咱咧讲精神这两字，精神，就是精神这两这个意思，就是咱常常听到的一种感受，就是讲，伊可能有思想、有意识，或者有主意、主张这款个意意思。比如讲，民主精神，咱会使用精神这个字。然后另外一个。咱常常讲的，咱精神的意思，就是讲，咱咧解释讲，咱即马，咱的元气真好的时阵，还是讲元气较无好的时阵，咱会讲，比如讲，我即马人足精，我即马真有精神，若是讲我即马真无精神，看起来足无精神的这个物件，咱会讲一个人的状态。然后，伫咧台语当中，除了这两个意思以外，就是咱佫一个意思，就是讲。咱咧讲一个人即摆的状况有清醒无？比如讲天光啊，我着精神啊，就是我讲我即个时阵天光啊，我人着醒过来啊。就是可是即个物件，即、這个精神，即、這个意思，伊伫咧翻译当中，伊并无安尼使用。即着是语言谈语言转换时阵，伊有当阵啊内面，即、這个语言的意义会无同，然后即个语言背后伊所带的文化背景嘛会无同，所以这是。其实要看到华语新闻稿，然后来改做台语这项工课，对着台语母语者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代志。就是你会感觉做精神分裂，是因为台语有台语的讲法啊。当当你家己完全用华语落去讲的时阵，迄个物件足奇怪啊。所以常常伫咧做即款配音，也是讲咧做翻译工课的时阵，就是爱去思考讲到底应该。一句话，一个文章，一段文稿，伊要甲伊转换做台语的思考方式的时阵，迄是真需要时间落去处理的。但是因为阮的新闻配音，就是阮爱伫咧新闻播出进前一点钟，然后才开始配音。阮毋是讲今仔日台语新闻，就是早就已经配好势，其实毋是安尼。就是讲，阮一条新闻差不多爱伫咧6分钟至10分钟之间，家处理好势。但是伫这段时间以来，就是除了配音以外，阮阁需要去检查这规个新闻稿内面，伊这翻译新闻稿内面伊所写的物件，
伊的资讯，然后伊这个新闻的画面伊有正确无？因为伊袂当出现着唔对的资讯放送出去，这其实对着观众来讲是一项真不好的代志。所以，有当时啊在别的时阵，可能公分钟伊就要完成配音，然后检查所有新闻的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阮在配音时阵的足紧张的。然后，若是讲一工做落来差不多，若是跟咱加上阮一寡台语节目需要配做台语的时阵，一工可能会用到六七点钟的时间拢伫咧讲话。所以有当时啊，等去到厝内，根本就无想要搁再讲话。这无清醒。也是的，就无清醒的。然后，亲像讲伫阮公司。就是真有一寡广播电台，大家会请台语顾问的老师，就是会教大家讲一个台语要安怎，要安怎发音，也是讲咱一句话要安怎讲，你一个词要安怎发音，就是会做这款的工作。然后伫阮公司内面，就是由阮台语配音员来教台语主播，也是讲记者因一寡台语的问题，就是教伊讲这条新闻要安怎去讲，才会较符合台语的用法，才会较顺适安尼。但是其实大家拢嘛知影讲语言这个物件，咱就是咱愈讲会愈进步。但是咱愈无讲的时阵，咱就会愈来愈袂记得要安怎去用。比如讲，因为我家己伫公司就无聊的，就是我配音线的时间，我休困时间，我就会去看，就是大家安怎去讲新闻，无论是阮这台还是阮别台，我拢会去看。啊，有当时会看到一寡种学了偌济的物件，比如讲，就有人就。中国广东广西这个词，伊家讲说是“广东广西”，但是广东广西甲广东广西是无共款的物件。我是想讲，因为你准讲你唔捌用过这个词，咱身为台湾人，咱至少嘛捌看过“广东麻油粉”，所以咱会知影讲广东广西应该是叫做“广东广西”，唔是“广东广西”。像即款的，然后阁有亲像进前过年的时阵，咱就是我转来了后，伫咧看台，就是大家的新闻稿的时阵，会写讲过完年安怎都安怎。但是过年这个词，其实若是照讲，伫咱台湾的礼俗当中，是一直爱到正月，旧历正月十五，就是咱上元节、元宵节，即个咱过煞了后，咱才有算甲年过煞，咱才有带。咱才会当讲，咱是过年煞，但是因伫咧许过年假了后，因就会写讲过年煞，就是过年假，就是许煞，就是可能初六开工的时阵，因就会写讲过年煞。不过这个物件，其实咱伫咧使用这个语言的时阵，比如讲过年这个词，像这款的，就是讲咱的台湾语言含咱的台湾文化当中，咱伫咧生活当中咧实践的时阵，咱是切分开的。就是咱并无理解到过年这个词在咱台湾文化当中，伊到底代表什么款的意思？咱一个使用这个语言的时阵，咱敢有想过讲这个语言伊背后的文化背景到底是啥物？所以我认为像这款的物件是咱真需要去注意的。然后，因为咱常常在咱讲语言，就是文化的典型嘛。这句话到底是啥？就是我咧想的时阵，我也感觉讲，咱伫咧真侪产业，伫咧真侪领域当中，咱每一个产业拢有因家己语言使用的特色。比如讲做农的人，因就有真侪关系土地、关系水源，然后关系天气等等的关系，做个等等的艺术。然后比如挖海的人，因会有伫咧因的语言当中，因会有真侪关系海的知识。关系海的语言用词，真重要。这款物件就是伊文化特色的展现，伫咧伊的语言使用当中。然后，除了，其实我本身除了做配音的工作，我之前嘛是有咧做，就是电影调查的工作。像我之前做的，就是台湾传统戏剧的电影调查。但是，台湾的传统戏剧有足侪种的，比如讲歌戏、布袋戏。七子戏、高架戏、咖喱戏等等，这些拢是咱台湾的传统戏剧。然后，咱有一句话伫咧讲：“戏边脚徛久就是你的。”
病这个词，病这个字，伫个戏曲当中，伊占着真重要个意义，就是咱看你伫个讲请戏、请戏，咱请人来做一场戏。伫环境当中，伊迄个用词个单位是唱，毋过咱伫个戏曲当中，咱所使用个是病。咱请人来做一病戏，做几病戏，咱是用病这个词落去讲个。然后咱伫个讲戏病个时阵，咱戏病顶。咱有分前场甲后场，前场就是咱的演员演出的所在，叫做前场；后场就是角色伫咧演奏角戏的所在，咱叫做后场，有人讲做后场。然后伫咧前场这个所在，伊有分文武戏。文武戏的意思是啥物？就是上大的差别。那是上简单来讲，武戏就是。咱有拿着刀枪伫咧烧台迄个画面，迄款武打戏的部分，咱家叫做这是和武戏无同款的所在。然后伫咧战场这个所在，大家的身段，身段这个词，咱所使用的都是脚步、手路。然后伫咧戏剧当中有一句话讲：三分前场，七分后场。若是无后场，安尼演员伫台仔顶，因会行无脚步，所以伫咧戏边顶头后边是最重要个所在。然后伫咧后边即个所在，咱阁有分文武场。文武场个意思就是讲文戏，啊毋是文场。文场就是咱在讲个南关角戏。南关角戏是啥物呀？就是一寡有现代，咱会下现代。然后有一寡角戏，咱是用文个。下弦仔，比如讲有月琴、有琵琶、有卡拉弦，是即款像即款有弦仔物件，咱家讲做是下弦仔，就遮有遮尔侪种的乐器，然后像管的乐器，亲像大家一般知影的琴仔、笛子、洞箫，然后讲哀啊，有弦仔佮用管的，咱来甲讲做是南管的乐器。这是文文场的部分，然后武场的部分就是咱讲的北管乐器。北管乐器就是咱讲落去的轻轻锵锵迄种的乐器，锣鼓声迄种乐器，咱家叫做北管。然后，咱文武场这个物件，伊佫衍生出一个词，伫台语当中叫做南北交加。南北交加这个词，就是对遮衍生出来，就是讲。咱咧学到一个人真厉害，逐项拢真精的时阵，咱会讲这个人南北交加，逐项拢真厉害。所以这个词嘛是对戏剧当中咱所衍生出来物件。所以敢若一编戏当中，伊就这么侪相关的代意思。我要讲的就是，咱一个产业，一个领域，伊伫咧咱的台湾文化当中，伊定根有偌深的时阵。伊所行过个脚迹，拢会留踮伫个咱个语言使用当中。但是，我本身伫个做遮个电影调查个时阵，我会感觉讲真可笑个代志，就是真侪人伫个写新闻报道也好，也是讲咱伫个做研究也好，就是大家伫个写个时阵，拢会用华语落去写。但是，当当你用华语落去写个时阵，你变作讲是另外一种文化翻译。你把它翻译做华语的讲法，你变作你只是去描写伊所展现出来迄个模样，但是咱并袂用台语的写法去将这个产业伊原底所使用的语言和声音给保留落来。我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所在，就是咱语言甲语言伫咧转换时阵，有真侪文化当中真幼稚的物件，伊就安尼无去。所以这是我认为讲。大家伫咧使用语言的时阵，咱会当更搁较深去思考关系台湾文化的康会，这是我要讲的这个部分。
认为讲有真侪代志是需要去讨论的，因为我袂感觉就是讲要做代理新闻配音这项工课，我认为上加辛苦的物件，毋是讲我拄到一个事，我袂晓讲的时阵要安怎。其实这并无遮尼困难，就是大家即马拢有网络会当使用，咱会当去调查，咱会当去查。但是我感觉上困难的时阵，咱是有真侪物件需要去向人解释，讲是安怎一条新闻，我要安怎，我要安怎讲。对即款物件，我是感觉上加辛苦的部分。这物件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其实咱的性命经验拢是真特殊的。但是我袂当讲，我讲的才是对的，你讲的就是唔对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无好的态度。就是讲，伫咧台语当中有真侪物件会变到讲，咱一项事物、一项物件，伊有无共款的讲法。不过对和唔对，这是一回事。一个物件有无共讲，反正又阁是一回事。比如讲对和唔对这个物件。因为我讲出来人就是诶、小孩这个词，我唔知大家安怎讲。但是我常常会听到，就是大家伫咧讲囡仔的时阵，会甲伊当作囡仔。这就是对和唔对的问题，就是讲咱甲伊当作囡仔的时阵，伊就是印章的意思。但是咱若是囡仔的时阵，伊就是小孩的意思。就是伊感觉是迄个声母落音落无去了后，伊规个语言的意思都无共款，像这就是对甲唔对的问题。然后第二项我要讲的，就是一个物件无共款的讲法。咱拢知影讲伫咧台语当中，也是讲伫咧客语当中也好，咱有地方差的问题，咱有腔口差的问题，然后最后是地名的问题。头一项地方差，就是比如讲。我较早伫咧做电影调查的时阵，伫咧绿岛这个所在，绿岛的所在，咱会讲旗鱼、旗鱼，咱会讲旗鱼。可是伫咧绿岛这个所在，因的讲法是破喉线，就是因为伊的形生做就像破喉线，伊有一支尖尖的迄个嘴，然后伊迄个旗的所在会破喉，所以应该叫破喉线。先了清楚，雨鞋你哪样讲？有人讲雨鞋，有人讲鞋讲，这是咱台湾本岛上常常伫咧讲的。不过伫咧绿岛，因是讲牛脚拢，用牛脚拢落去迄个物件，因为出粗的嘛，所以才叫做牛脚拢。先了清楚，伫咱台湾珊瑚，你会不会说？酸哦，而且一般是讲酸哦。不过伫咧偏湖、七里这个所在。应该酸芦讲作是蚕仔，对，应该酸芦讲作是蚕仔。像这个物件，伊就是地方差的问题。我袂当用我的信仰经验讲，我毋捌听过，所以你是唔对的。像这款物件，我就袂当安尼去甲人讲，因为伫因当地就是安尼讲，这就是地方差。然后亲像过来就是腔口差的问题，拿筷子。抓猪的人抓手，好，那是抓猪的人，那是抓猪的人，就是偏漳州的音。抓猪的人抓手，但是猪就是偏泉州腔。然后还有一个音，抓猪的人抓手，阮家就是抓猪的，所以阮就是吃鱼吃猪。呀，猪，我拢是这个猪的音，就亲像猪、猪甲猪，这就是三种无同款的腔口，泉州音、漳州音，佮老泉腔。老泉腔就是呀猪的，食猪肉的，我们就是老泉腔的人。然后，佮再来就是地名的问题。地名这个物件最趣味的，就是讲咱台语伫咧讲名随主人意，这意思就是讲。这个意思，这个地名应该安怎讲？咱应该是照着因在地人的讲法，落去讲安尼才对。比如讲，金门布宁头这个所在，布宁头大家安怎讲？就是咱一般啦，一般咱若是外地人，咱会讲高连头。不过，伫咧金门因遐的人是讲
夹泥头，就是伊是完全无共款的发音系统安尼。所以亲像即款物件，一个物件都有无共款的讲法。但是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是特别的，我袂当讲用我的经验去甲你否定，我认为这是真唔对的一款态度。就是，毋过咱即卖就是咱正惯是讲一项物件，伊有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所以这种物件会比较讲，咱会想过迄落，因为我认为，咱应该尊重别人的讲法，对和唔对，这是一回事。毋过一个物件无共款讲法的时阵，咱应该爱有搁较开阔的眼界，也搁有明白，然后咱家去找资料去判断去思考这个物件是毋是会当安尼讲。因为我认为讲，这物件对甲唔对，伊本底就毋是一个上简单就当讲互清楚的代志。伫咧语言当中，更加是安尼。所以，像我本身，其实嘛毋是台语就就认得，就是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咱读册了后，虽然讲咱伫咧厝内可能会讲淡薄，但是咱去读册了后，咱去外口交朋友，咱去到社会活动的时阵，其实，敢毋是拢用华语的环境较济。所以嘛是一直到我去读大学的时阵，我才豆豆从台语讲落来。我大学的时阵，我读的是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然后我拢改称做台语系，因为阮系里是以语言的培养为主的，所以阮会叫家己是台语系。所以嘛是因为安尼，阮系里对着语言的使用甲实际，阮有一定的要求，阮一定要通过。台语检定叫高级，也叫客语检定，阮才会当毕业。古所硬个较高大，咩话讲话谈话写，伊是实的。所以当当阮伫咧下面的时阵，阮无论老师上课，还是讲阮爱上台报告，还是讲阮写考试卷，还是讲阮爱拍影片的时阵，阮拢是一定爱用台语落去写，落去写。嘛是因为，就是下面有一个算是真全面的一项即个训练，所以才有才调，有即个环境甲台语讲倒来。然后其实伫咧阮下面，阮有一个钱筒啊，钱筒啊就是钱筒的意思。即、這个钱筒啊顶头，伊就刻着讲一句华语，讲一句华语罚十块。伫阮下面，阮讲华语是爱罚钱的，所以我家己嘛捌落钱过去，因为吼下主任发现着我讲华语，所以就落钱过去。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台语毋是讲咱伫咧厝内，咱自然讲、自然教，还是讲自然听，咱就会晓物件。重点是咱爱有即个环境，咱有定定去使用即个语言无？然后像我伫咧外口做工课的时阵，就是我熟悉到一个歌戏的台语编剧，即、這个人今年差不多是50岁，然后伊本身是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伫咧伊毕业了后，就是伊和先生结婚，然后生囡仔。等到囡仔国校的时阵，伊就规家伙啊，就搬去到温哥华遐住。伊伫咧遐替伊的先生画像，就是替伊画工厂安尼。但是因为伊安尼过去，一个人伫咧外地这个所在，地头青苏，伊迄个时阵会感觉讲。伊迄个生活是足寂寞的，伊想要找一个物件来排解这种寂寞的心情，所以伊就想到咱台湾的原生的戏曲，就是歌戏。伊讲伊袂晓任何的卡步手咯，不过伊认为剧本这个物件，伊家己一个人嘛会晓写，所以伊就去找到一本台语字典。这本台语字典叫做《雷音宝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过这本字典，我听也无错。这本《雷音宝鉴》伫咧阮家己学过一寡语言学，有一寡语言学基础的人，我拢感觉这本字典实在是超歹用，我听讲这个字典足歹学的，足歹读的，因为伊是用古典，就是汉语上下切的观念，落去编的一本字典。所以，伊一个完全无语言学背景的人，
伊家己编出这本字典，伊家己来学写台语汉字。我常常，就是我到今嘛，我采访回来，我想到这件代志，就是，我是会感觉足，我唔知影感觉足心酸的，就是你一个人要学台语，这个过程我认为是足孤单的，因为干那一个人。所以到底是爱外小国的一个生活，伊才会从无记这个物件掠到这么来。我实在无法够去想象。然后尾啊，伊这个台语剧本，伊写好写了后，伊提起教育部导过，导过了后有得着奖。然后伊到今嘛，嘛是一直拢伫咧写台语编剧。伊即摆转来到台湾，伫咧宜兰的一个在地歌戏剧团，叫做五万剧坊，伊也是伫咧遐做台语编剧的工作。这个人叫做林文秀。其实我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感觉很感动的，就是学台语当然是需要和学其他语言同款，咱需要去学听，咱需要去学写，咱当然也需要去学这个语言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所以在咧讲到这件代志的时候，我就会想着讲。比如咱即马伫咧讲法国话的时阵，我唔知大家联想到啥物。就是比如讲，咱若讲到法国话，我可能会感觉讲，啊，这个语言足高雅，也是讲这个语言足浪漫的。像这种物件，就是语言态度。语言态度的问题，就是会影响到讲，咱对这个语言，咱有啥物款的思考。不过伫咧台湾，咱的语言环境，咱当然也有咱家己的语言态度。像讲，咱认为讲华语就是一个正式的语言，然后华语这个主流语言，伊其实伫咧政府有意的安排之下，这是历史的问题。就是伊伫咧台湾已经建立一套正强势的思想系统，也佮咱对着语言的看法、佮态度和感受，就是讲。伊即个过去一直以来的即个华语推行的政策，互咱惯势，咱无将台语当作是咱会当伫咧正式场所发表的一个正式的语言、国家的语言。然后伊嘛互咱惯势讲，咱无将汉字以外的拼音系统文字，甲当作是文字来看。然后嘛互咱惯势讲，咱认为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才会当本土语言是比起华语，搁较低层次的一个语言。像这款错误的语言政策，一定靠讲咱伫咧思考语言文化的时阵，咱会变到伤过简单化去。咱伫咧思考语言的时阵，咱会变做讲咱无迄个存久的空间去。所以。像这款策划语言政策，我认为讲，伊这么大来改变咱的语言态度的时阵，咱敢无需要来思考语言嘛？是需要转型正义这项事干？这是我对语言的看法。然后，其实我伫咧一开始看到这个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感觉足奇怪。潮台语，是安怎咱会将潮这个字和台语囥做伙？因为咱一般伫咧讲潮的时阵，就是咱一般来讲，咱会想着讲，可能是一种以上无共款的物件，咱家倒做伙，然后咱感觉这个物件是这个人真新鲜、真香，咱家讲很潮。比如讲，世代文的天使选手曾吉生，这个人，伊的父母拢是台湾人，然后伊伫咧美国大汉，伫咧美国大汉的囡仔，伊的台语竟然讲甲比伫咧台湾的人搁较好的时阵，咱会讲哇，曾吉生讲台语的时阵很潮，但是我唔知影讲大家，当当你看到。菜市啊，卖菜啊，讲阿嬷的时阵，你敢会感觉伊讲台语足歹？还是讲你敢会感觉你的厝边隔壁在乌里上讲台语的时阵足歹？就
就是咱袂去想到这样代志，这就是咱目前咱对着语言的态度。然后，我唔知影讲大家讲到台语的时阵，恁会想到啥物款的人？然后，恁对伊有啥物看法？其实，这就是咱对着语言的态度，还佮有对着语言的意识。但是，当同咱讲到这项物件的时阵啊，就是咱一个常常会做挂意讲，讲华语，你讲的华语有正统无？有标准无？咱正要伊这项工课，但是咱若听到有人讲台湾国语的时阵，咱就会甲人踢笑，亲像即款咱互相监督。互相检视，咱伫咧使用华语的这款态度的时阵，咱竟然会感觉足奇怪。你阁会甲人踢笑，踢笑别人发音是无正确的。然后，咱阁回头去向台湾其他本土语言，比如客语、比如原住民语、比如台语，你甲伊讲，恁语言只要会当沟通就好。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我常常伫想讲，敢讲？这句话是伫咧讲，恁只会讲台湾本土语言的人，恁无需要将母语这个物件讲到哪像华语这么冷冷。我的思考是安尼，敢讲，就是恁就认为讲，恁只会讲母语的人，恁无需要会，恁无需要将母语讲到会当像华语共款，会当写文章，会当写文学，会当写理论，会当创作。我是咪讲这款物件，就是对着华语，就是对着咱本土语言的一种气势，就是讲咱任何无心情，但伊有才调对着时代去创新去变化的时阵，这款的想法其实就是咱规个社会对着台语，也是讲对着咱本土语言一种气势的想法。气势这个词，我唔知啦，就是气势这个词，那是即马咱用。华语的去解释，就是歧视的意思。屁事。就是安尼。所以，因为亲像我伫咧做这项工课的时阵，其实我也有互公司的人反映过，讲我的台语是文配音，伤过少年。伊讲我的声伤过少年，所以。要求我配音的时阵，就爱夹较老声的。老声要怎夹？我嘛唔知。就是亲像安尼，就是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就是咱，当咱讲着台语的时阵，咱总是和老挂做伙。然后当咱通听到较少年声的时阵，你会感觉足低微的。隔壁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物件我吃起来和我原底所想的无同款，而且无想到讲原来台语的声音会当这么少年，所以当当你听到少年人讲台语讲到真冷冷的时阵，伊连就没关系。所以老的没关系，是少年的没关系。是老的，老的跟少年的拢没关系。真正吗？像迄个老的人来拍两节，像我迄阵我听到有新意。大家知影，陈奕迅，伊从仔在讲台语的时阵，哦，讲啊演讲啊，台语来演讲，迄阵仔感觉很潮，足厉害。对我来讲啦，迄阵仔在国外听伊在讲的时阵，哦，啊，我们在讲嘛，啊嘛，迄阵有当时你个他在讲的是讲，到底是人的关系，还是这个语言的关系？有当时是人，什么人讲的，会改变咱对这个语言的态度。因为即摆是讲。语言态度会决定迄个个人，啊嘛有可能即个人会决定咱安怎看迄个语言的态度，敢毋可能？有可能。啊、我感觉即个物件，伊拢是互相影响的。像即摆好啊，我听迄个上图安尼讲完了，我就感觉讲，哇，讲台语好潮，伊讲的足清楚的对无？你足少听足清楚的，用台语要解释物件。你一般的中华这手看到嘛，吼、哦，我这是赞美吼。哎呦，谢谢，多谢啊！就是，大家伫咧讲着、听着台语的时阵，
我唔知讲大家对台语有啥物款个想法，当然这是大家会当，就是慢慢去思考个代志。因为有一款物件是讲咱即马讲个改变态度就会使，因为像讲，而且伫咧讲即个题目个时阵，我嘛想过有一年，就是金曲奖个时阵，林先生伊其中两种，伊个原因是讲伊认为。音乐奖这物件应该是以音乐类型来去分，无应该是用作分的语言来去做分类。就是讲，咱是安怎，咱需要把一个物件，咱特别挑选出，伊是关注人语，伊是客语，然后你是台语，等到咱甲挑选出来，等到咱需要安尼挑选，咱的台湾母语才有才调出头。我感觉这是足奇怪的代志。然后伫咧讲台语工作者的时阵，我迄阵伫咧想讲台语工作者到底是啥物物件？是咱会想到一寡类型的职业，亲像讲台语广播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台语演员、台语老师、台语配音员等等，就是亲像遮的人，咱拢会感觉讲，敢若毋是凊彩伫咧路边就拄会到的人。然后我认为讲，是安怎，咱就需要家打一个标签，比如讲，伊是台语伫咧遐这个时阵，咱才特别去家注意。我伫咧思考这项代志，就是讲，咱母语即马，母语伊敢若即马伫咧咱台湾社会，伊敢是一个主流的阶段？就是我认为讲，当当伊是一个主流阶段的时阵，咱无需要特别家写出来，所以。就是因为即款母语毋是咱个主流阶段，伊毋是咱主流选项个一部分，咱才会需要来做语言个教育，咱需要来做国家语言政策发展，然后还佫有台语台个成立。就是讲，咱要培养一个语言个族群起来个时阵，伊是需要社会真大个动力来去做即项工课。然后，我想，就是应该无啊嘛，就是。我相信讲，若是去年大家有听，啊，若是有看金钟奖，就是颁奖典礼时阵，大家若是有看到大力先生迄段，我相信大家一定嘛会足感动的。伊讲，大力先生讲，伊原本是一句台语拢袂晓讲的人，伊是自28岁开始，伊才开始学台语。然后，伊以一个台语的广播节目来去摕到流行音乐奖主持人这个奖。这个奖是无分语言的，就是讲这个台语节目，伊伫咧华语市场这么强势的环境当中，伊变出一个奖出来。我认为这是真感动的一项项，就是我感觉这个代志伊足无简单的，所以。咱出来，咱就邀请到恁先生来讲伊的故事。最近就退换了，一个不知不觉中，这个时间就换到我的手头来了我真好奇吼，想要问咱在座所有的这个朋友吼，这个内容较主亲的吼，女生啊，各位，这个较少年的，少年家拢有啦吼。啊，拄啊，咱这个上主。讲了好，破声甲吹落，好无？完全拢听话，举手一下。完全拢听话，啊，真诶吼。听有50%诶，举手一下。差不多一半吼。好，这个其实吼，对我来讲诶，因为这个用听诶吼，完全了解吼，我差不多因为今日吼有一个我原本无想到的来现场的来某某朋友吼，某某姐、某某小姐来到咱的现场来，伊就是见证大力的队，袂晓讲一直到会晓讲，甚至来做主持配音，你讲对无？你要来头前来做一个见证无？来，请过来，欢迎大家。哦，这个某某小姐咧，即马是咱来自我介绍一下，你有一个协会嘛？全名是落落。哎呀，讲一下啊，这即摆是你的抬头。我即摆是迄个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的秘书长。是。啊，甲这台语较无关系啦，但是我即摆伫咧平时，嘛有做一个节目，叫做台语讲世事。啊。啊，搁啥？对，我就是要。啊，
你来做笔记，因为他拄啊上有在遐讲的时阵，伊就讲一开始我是一句讲拢在遐过嘛，一句话拢在遐讲。因为我差不多伫咧二十年前，甲大伯在咧做同事的时阵，伊确实是拢无讲。是啦。哈，对，啊，佮拢，毋知是真正袂晓讲，还是讲拢假袂晓讲啊？是真正袂晓讲啊？是真正袂晓讲。都袂认真。但是迄个时阵，就是讲咱规个台湾少年的人吼，就算讲会晓讲，嘛会感觉家己袂晓讲。是。嘿，所以，好啦，对，伊确实是一开始。无啥会晓讲，无啥会晓讲，人是完全袂晓。但我有这个环境，对无？但是为啥物有这个环境？应该是讲厝内面爸爸妈妈拢会晓讲，为啥物我袂晓讲呢？这个故事就要开始咯。对对对，好，谢谢，感谢，哎，建筑一定 over 啦吼，感谢，请回座。这主持人够厉害，你继续哦。后来，所以今仔日来看你的正表，正表伫咧倒位啊？台语电台是我哦，这个。小啊大轮报告吼，这个我的名叫小大轮啦吼，小啊大轮吼，啊，但是我个名叫大轮吼，啊，这是这个取一个谐音啦吼。好，啊，好佳哉吼，我唔是叫大人哥，我叫我大姐，叫冤枉吼。来，后期啊，感谢，歹势吼，是我家己来。后期啊，无人，家己来。小大伦，哦，小弟自我介绍，我是台湾的这个台语人歌手，哦，台语人歌手，我这个变调当中都无啥准，他都在听这个上主的这个，伊完全迄个变调拢是非常正版的哦，啊，我算讲半路出家啦，哦，我即马目前是伫咧报道联播当中，哦，伫咧广播电台是 FM 98.5，哦，伫咧广播是 FM 99.1，哦。啊，过来咧，我嘛是这个主持过一个电视节目，吼、哦，我上新的一个 title 就是第29届金曲奖的评审，吼、哦，啊，过来咧就是去年的时阵，小弟就是非常荣幸会当摕到这个金钟奖，吼、哦，最佳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啊，这敢若是对头壳金嘛，我是头一个用台语去摕到这个。这个奖来画下水池。所以哦，这件代志呢，这不是讲只是甲我鼓励，这是干为的这代志的电台鼓励的吼。啊，我嘛曾经入围过这个最佳台南歌手。好啊，这后壁都无啥物好讲，来，好滴啊吼。我细汉的时阵，我是一个台北囡仔，他都啊，这上属于是台语，台语吼。大家若看到迄个台中大雅，人讲大雅哦是大雅哦吼，啊我是台北的板桥哈，即摆住板桥，较早是其实我出生伫咧板桥就对了吼，所以身份证是 F 开头的吼。台北囡仔吼，讲起来是拢不要讲台语，这真正常啦。我相信这毋免加讲的啦，就大家拢知影恁的朋友真侪拢不要讲嘛。所以讲恁伫咧恁朋友当中，今日来到咱家来听这个台语的演讲。您就算讲是异类，这真正有影。全台湾，咱讲台北市咧，即摆中部甲南部真正会晓讲台语讲啊真认真的人是愈来愈少，大家拢知影，哦，这真清楚。但是这敢是今年，还是去年，还是去年的代志？唔是哦，这是拄拄啊细汉的时阵，我是69年厝的，我69年厝的，咱就不要讲台语。为什么呢？因为我伫咧我是，我爱讲我的身家调查。台北市敦化国小，台北市仁爱国中，啊，哦，有够天亮啊啦吼，天亮飞上天哦，我的朋友全部拢是外省的朋友较侪，包括今日我高中的同学，嘛是非常正班的这个外省朋友，所以伊袂晓讲台语，迄是正常的，因为伊环境当中就无台语这一块。啊！但是我是一个台湾囡仔，为啥物？我是一个本省囡仔，为啥物我袂晓讲，袂晓讲台语呢？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拢无甲我讲台语，因为因是老台北，因自细汉的时阵必须伫咧台北这个环境当中爱生存，所以参考阮爸爸啦，阮爸爸其实哦，伊伫咧做兵的时阵啦，中央对伊足好个，为啥物呢？伊阁上台哦，去做迄个国语的演讲。啊，因为演讲完了之后呢，啊就放荣誉假，哦，这对于迄个时代来讲呢，
讲国语，就是所谓的这个话语的，迄是非常高级甲公认的一件代志。阮妈妈嘛是放假啦，但是以前呢，若是要伫咧伊的这个工作上吼，爱受到这个公司的照顾吼，伊就袂当松松啊松松。啊，为什么讲台语就松松啊松松的？所以伊的话语一定爱练到足标准的。所以阮妈妈咧，伊若无讲台语，你会认为伊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国语人。所以我的国语是非常标准的。如果大家真的，你以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觉得我会讲台语。而且我一刚开始到宝岛联播网是做华语的配音，跟这个华语播音的播报这个工作，我是因为安尼就也嘛是因为某某啦吼，叫我讲还有这个工作这个课叫我去应征就对了吼，台北囡仔，所以我自细汉的时阵，伫咧厝的无人会晓讲台语，无人会晓讲吼，我加上学校迄个时阵啦，有一届我伫咧学校讲台语，叫老师先吹皮。迄、那个涉水杯迄件代志，迄一天，我一直到今仔日拢会记哩。迄个老师叫做李素敏，巴掌一听啊，哦，迄一巴掌到现在哦，哦，这个我还记得很痛。对一个国小一年级小朋友，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打我？讲你讲台语，这件代志其实我后来就知道，哦，那一巴掌会让我后来觉得我连讲台语是唔对的。大家拢有听过迄个狗仔有无？但是伊就过迄个铃仔有无？啊，伊嘴暖就叮落来，因为吼，只要迄个铃铛开始叮叮叮叮叮叮叮的时阵呢，啊就开始吃一碗饭给伊食。吼，啊以后呢，叮叮叮叮叮的时阵，啊伊就开始咧流嘴暖。所以那一巴掌对我小时候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一直到我后来啊，在转学不管几次啦，我拢感觉讲台语就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你主人就不要讲，啊，你就丧失了这个语言的能力。啊，出来面呢，爸爸妈妈，我怕讲你台湾国语啊。所以呢，我都跟四川的朋友啊，在家里四川，上海的奶奶，好、啊，河南的伯伯，好、啊，跟他们玩在一起，所以我的国语非常标准。甚至我在听呢，以前也都是听什么呢？那一夜我们来说相声，我把所有的段子都背起来，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但是我即马咧已经开始咧听广告这件代志吼，这嘛是我以前细汉的时阵完全拢想袂到的吼。所以咧，过来咧，我姓啥姓肖嘛对无？然后想讲这个姓肖应该来讲是这个外省朋友比较多对不对？啊，其实是有本省的朋友是姓邵的吼。啊，所以咧一直以来别人拢认为讲我是外省的朋友。这个故事我阮某嘛会当见证吼。以前伫咧有电台，迄个主机楼骹有一间 7-Eleven， 迄个店长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迄、那个外省人。伊见摆看到我就讲：“大伦啊，不错啊，最近这个意气风发，我看你在电视上，这个表演的真好。唱国语歌嘛，干嘛唱台语？唱台语没有市场，对不对？”我说。没有啊，我本来就是讲台语唱台语。不是，你是哪个眷村的？邦嘎，我丢你啊！不是吧？你姓邵对不对？你应该是眷村的吧？不是，我妈妈邦嘎，我爸爸多丢你啊！后来就不太跟我聊天了。都那个区域性的观念。不管如何呢，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我也当今去这个接受主任接受，讲我今嘛吼，这个也当伫咧吼，这个外省朋友这边咧，跟他们有共同话题啊。但是咧，上加重要是我找到属于我家己的，我唔是迄个文化，我那是去融入眷村，我要怎么跟人家讲说我在眷村长大？不是，我只是个都市小孩，但是我的根呢，但是我文化的根呢，我找唔到。我真正找袂到，头拄我上鲁毛讲，伊讲为啥物讲台语就一定爱是老声？参照讲我就是特别人哦，安尼那这个部分我天生就应该爱讲台语，我就老声。别人若听到我，什么都叫讲我阿伯。哦，
啊，但是这是错误的，就好像讲为什么咱唱台语歌的时阵，一定要有开口的，对无？参考我即摆台语歌手啊，嘛有足济啊。袂过去迄个杨阿台前先生，伊咧唱台语歌的时阵，甲洪英宏，呵呵呵，那是完全不一样，对无？但是应该要有新的思考，去思考讲咱即一边的，你讲台语的人是安怎去使用这个语言，然后将伊来发扬光大，对无？继续传承，这才是重点嘛。来，好起来吼。所以咧，我细汉的这个环境所造成的效果，阮厝内面吼，拢无咧在讲嘛，所以你会晓听，会晓讲吼。过来咧，啊会晓唱，佫无爱唱啦。台语歌吼，其实我细汉时阵足爱听台语歌，我会记你讲我以前以早较早吼，早前咧大板桥迄当阵啦。诶，民国七十几年上较红的是陈小春，哦，爱情的恰恰又进佫进前哦，原来伊毋是哦。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吼，迄块歌有够红的啦，吼，哈？原来你是坏人，真情予你骗骗去，原来你是欠水无钱，搭着无着找的伊。帮桥搬到台北市区了咧，哦，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就完全就无去咯，哦，然后就开始唱王杰甲张雨生啦，哦，因为我朋友拢无人咧唱这個，我一届咧唱什么爱情一阵风，吼，叫朋友唱，所以迄个时阵就是会晓唱都无爱唱，为什么咧？因为大家就讲，哦，那个歌就爽的啊，猛啊，哦，所以咧，感情真有爽，其实，伊是足有咱本土气质的一个音乐的类型。但是你当初不要听啦，只是听讲朋友就讲大家都不要，所以我就跟着不要。不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怂，真的怂吗？只是他们讲的，这里叫做刻板印象，哎、欸，叫大飘枪啊吼。所以这其实不是影响我一个人之意哦，我算讲是吼后天的觉醒者。所以咱每一个人，我二十岁才开始用心去拄到这个东西，你起码够真侪少年朋友都压力到二八岁。还没有到28岁，我今年38，我开始接触这个台语，一直到今年拄好10年，10年的时间，我会当对一开始讲袂认真，一直到我即摆会当徛在你面头前来演讲，甚至讲去摕到这个金钟奖，对无？所以每一个人，若是想要去学，拢绝对会当把台语学了足好、足好、足好的。来，好子啊，吼！我一个真好的教育环境，就是《宝岛新声》是咱的电台，我们98.5，那不是重点。哎，你表哥搁摕最佳台语奖。这个所在就是某哦，把我推荐了呢，我就去遐开始吼应征上班。伫咧面试的时阵呢，有三项非常重要的代志，第一个是正确的指导。常讲，我歹势，我直直去捡到你的名吼，因为上如真正我一个足大的 shock， 就讲哇，伊回头应该有减到5岁以上，而且但伊讲了真尔好，10岁咧，伊是我这10年以来看到这个少年的咧讲台语吼，讲到上届好一个，讲这变调啦，阿某啦，伊是专用这个名词，拢讲到足好诶吼，安尼我甲你考一下吼。倒向行是啥物意思？哎、欸，你表演迄个动作就好啊。倒向行就是安尼嘛，对无？头壳对后边安尼，吼，安尼倒头栽，对头前嘛，吼。安尼若是要侧躺，要安怎讲 ？Kick， 啊 ？Kick， 哎哎，哪啦 ？Kick 欢喜对无？啊，当然欢喜，不好意思。会常在讲这种名词哦，迄是顶一届我甲文夏老师啊，黄昏的故乡，
主唱者吼，今年已经89岁啊吼。这个阿公，伊才讲啊，这个什么豆香面啦吼，这个物件咧，其实讲少年的即马拢已经特别大大消息不紧哦，这名词，咱应该啊，甲这物件咧，甲保存了好势。我对上如的是有见有看到真济，这个传承的部分。所以正确的指导是真重要，一定爱有老师教。你的这个物件自古早就有啊嘛。老师咧伊咧讲的啊，就是有真济这个古早的用词，即马有真济人拢开始咧无咧用啊。比如恁家有人咧用过水龟，水龟你知影无？好无？水龟嘛，以前我有一个红色是塑胶的，啊有的人是白铁的。水龟就是以前较早的暖炉啦，哦啊。内面会当灌迄烧水，迄内面啊放伫腹肚一边吼，哦啊，当然啊爱先用迄个诶棉被甲包掉诶，吼、哦、啊，即、這个物件咧，你因为即摆时代咧改变，所以伊就多少消息不见，但是你嘛是应该爱先知影讲，即个是啥物物件，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老师咧甲传承讲啊，你即句讲唔对，吼、哦，正确的指导是非常重要。像讲咱波多黎各邦有一个陈显国先生，伊是伫咧咱台湾界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伊的个性嘛足好个。伊就参像头拄仔所讲的吼，就讲，敢讲即个南北一路所谓即个台语啊，你讲的都唔对，我讲的才对。迄南腔北调差很多嘛，对不对？来拍手吼。拍手。爱几多一遍，所以，但迄个老师上厉害，就是讲，伊拢会当接受每一个所在无同的这个腔口，啊，伊咪，互你真正确的观念，哦，他算是海纳百川的老师，我非常的幸运，会当去拄到这个老师，所以伊非常的相信我，哦，伊讲，这一开始哦，我开始学台语的第二年，伊就叫我去做。故宫的配音配台语，迄个叫做《皇帝玩具箱》，皇帝的玩具箱。华语配音余光中先生，英语配音马修连恩先生，台语配音邵大人先生。迄个时阵，我对台语应该是无名小卒啦，我完全嘛无人知我啥人，但是老师就是提高推荐，我讲你去配音，你去配音。所以，伊对我有一个真正确的指导，吼、哦。当然啊，嘛有直接的批评。你倒位咧讲唔对，像讲我即马咧讲唔对，我倒位无变调，你就随时搞即个指导会较紧，我拢会当接受。因为我接受完了，我就知影讲后一遍我袂阁再犯，对无？就变作是正确的嘛。所以，即见摆有人甲我讲，啊，你台语讲了无好啦，你头拄仔讲迄句话唔对啊，我拢足欢喜。像讲我迄、那个金钟奖颁奖典礼迄一天。我的得奖感言讲完了，电话卡来，全部拢是咧甲我骂。大日日读拄啊吼，无变调，享受光荣。你讲享受光荣，安尼唔对，享受光荣。啊，你们后边有这个有一个这个叫做受词嘛，对不对？所以爱变调吼。啊，其实因为迄个时阵我出紧张的啊，我摕到迄个就开始直直念。啊，因为这个保记，我自细汉无开始习惯去讲，所以变调定也袂记的，这嘛是非常正常的啦吼。但是我就知影讲，原来是安尼，是安尼，我伫讲的这个受词之间吼，这应该还有这个变调。过来咧，电台我一个非常充分的信心吼，比如讲，我想要做什么单元，我咪想要做英语歌的单元吼，伊就真放心吼，我去做任何这个台语的变化。只要是伫咧正班的这个这条路去，你唔通去改变讲台语的讲法啊是安怎吼？其实电台对我信任是，这个信任度是足悬的，是足悬的。就是因为这三项，我才有法度进步真紧来。来，啊台语电台到底是咧做啥？做单元，做节目，吼啊放歌。参考单元咧，有即个俗语的单元。我一开始吼，因为拢大家讲袂认得嘛，阮主管吼、哦、有一位先生，好明杰先生，伊就讲，安尼你去做俗语，啊，搁做24节，我讲，我就袂晓讲台语，我叫我去做这個，这個、有够困难的啊！伊讲袂要紧，你就是按对一开始困难的开始做，你后壁拢感觉就轻松的。
吼、哦，所以伊就等一个俗语的单元，甲二十四节开嘛。啊，我就开始咧做咧，啊，然后咧，我伊是一个节目，啊，毋是还阁一个节目。这时阵就爱去开始接触到真侪咱台湾每一个所在诶形形色色的人，你什么样子的人都得访问吼、哦。国际特色组织啦，吼、哦，啊，你就必须要去了解讲哦，因是咧做啥啦。啊，你家己原本对这一块是无了解，你就爱做功课，你才发到去甲因访问。哦，啊，阁一个文化类的啦，哦，比如讲。迄、那个飞天三太子哦，我是要安怎甲访问？我着先去了解着哦，因迄个所在迄个诶庙埕，因有啥物款诶习俗哦。啊，过来咧诶，我譬如讲，啊，搁有足侪，譬如讲，头先咱讲即个白沙墩哦，妈祖婆，甲大家嘛，即中之间有啥物无共？你拢必须去先了解，你才有法度去访问吧。所以嘛是透过即、這个伫咧做节目诶即个过程当中咧，你愈来愈去了解着咱台湾本土诶特色。啊，各位，伊本土应该爱有诶，是啥物款是上界 only 诶啦，吼、哦，对我来讲就是安尼先。过来咧，活动诶主持，我嘛因为伫咧台语电台开始咧，就去主持真侪活动，拢是甲台语相关诶，比如讲本土语言贡献奖，就拢找我去啦，哦。啊，其实你讲我台语讲得真好，一开始讲真侪拢讲得足弱诶，但是后来变作是。大家敢认为讲，哦，我是一个个咧足励志的，你知道哦？我无感觉讲我是甲上无共款，伊是迄种国手级的，我感觉是迄种残疾突然好像很会跑，有没有？所以人家会把我当做一个励志的对象，就讲，嘿，原本就啊拢脚拢安尼一摆一摆，啊突然之间装了一只跑很快，种的有无？吼、哦，我就觉得我是比较属于这一块，哦，对，给大家一个少年的一个鼓励就对啊，就讲你看。你看，大咧咧有法度对一开始的时阵，甲你台语讲咧足落，今日安尼吼，今日安尼破，讲甲安尼，敢吼，嘴甲全破安尼。过来咧，后来因为我开始进入到这个放台语歌到唱台语歌，我嘛开始去做一个作词作曲吼。啊，其实作词作曲这阁是另外一块，非常的无简单。尤其是咱即摆咧听台语歌有当阵，少年咧拢会袂记哩一点就是。你有抖音无？大家知影抖音无？抖音嘿，抖音哦，甲抖音不一样哦。抖音就是迄音，就比如讲，咱伫咧唱迄、那个歌喉，吼、哦。阮将一生嫁伫恁兜，有无？阮将一生嫁伫恁兜，安尼一生就嫁伫恁兜，恁兜就会美，嘿。是阮将一生嫁伫恁兜，哇！一生甲医生差一字，差大本。但是呢，专业的写书、写写曲的老师，我当初拢无去注意到这一点。另外有一个叫做啊，卖讲伊名，啊，但是咧唱一条歌叫做啥物？想起阿爸的医生，有无？我就想讲，你医生是咧看骨科，是咧看内科，看多一科。就真正拢会变做安尼，这就叫做抖音。其实我以前吼，伫咧写歌时阵嘛，定拢会抖音啦。吼，啊，佮包括讲咧，我写歌才知影讲，哦，除了讲迄个台语爱有开口，就是爱第一个伊安怎念，你就爱写迄个旋律，才有法度入心啦。林强是新台语歌第一人。对无，有真侪人讲伊是新台语歌的前锋先锋。伊较早伫咧九零年代初期是我的偶像。伊即、这个唱过一首歌叫做《用真行歹讲》，佮有一首歌叫《乌脸饼》，有捌听过无？迄条歌嘛一开始哦，家人江边的铁工娘，内底有一个少年家。啊，你是安怎念即个歌词的？家人江边的铁工娘。内面有一个少年家，对无？伊细汉读书无偌济，即摆甲人咧学手艺，完全拢无道理，安怎念就安怎唱，安尼有顺无？对无？但是咧，我家己咧写歌，我有写过一撇歌，去参加迄个文化部迄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叫做《为着返来家》吼。吼，啊，就深深的思念，伫一天返来，搁过一冬后尾。安尼听起来就怪怪的，无汉尔顺，对无？这就是你真正有咧使用这个母语无？你对伊的这个识字度到底有偌高？
对你写歌就能看出来。所以我后来对台语愈来愈好的时阵，就开始写一条歌，就是头拄啊这位袂晓唱的我的高中同学，嘿，伊的迄条叫《化声》啦吼，我就真正按照着讲，我想要安怎念就安怎写。哦，所以讲，我是顶岗有名声，下岗解出名。哦，这个卖做手机歌手，阮要唱家己的歌，一首青春影，无奈叹三声。哦，四月望雨唱袂煞，胭脂要拄着关老爷。这就是我是安怎，我是把这个念完了，再去写这个旋律。听着哦，加真顺。其实咧，江湖一点关咧，讲话咧无简单。我就是因为知影讲迄个美甲伫咧倒位了后咧，进步神速，吼、哦，所以咧，即个特别来做一个分享啦，啊、哦，我伫咧台语电台即、这个工作内容就是咧做这吼、个哦，来小来考试一下吼，因为即摆大家拢应该看有啦，24节气吼，第一个节气叫做24节气哦，毋是节气哦，24节气来了解。对，这是陈阿贤大老师所教。我一开始嘛是讲一节一节一节嘛，伊讲节气爱纠正音，吼、哦。第一个节气是立春，要安怎讲台语？立春对，啊立春吼、哦。啊，过来咧，雨水对无？唔对，雨水，吼、哦，这是文理啊，金池。哎，厉害厉害！啊，你无算啦，你台湾的哦。今日来，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啊，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来破声给自己吹一下哦。啊，你看这个名啊，这其实内面有真多拢是文音吼，这是因为古早流传落来的，所以哦。这种讲真，你若是要用这种文音来讲咱的这个报纸吼，参照讲咱伫咧平时的新闻，若是要安尼报，无人听有噶，吼、哦。然后报第二上听出现嘛，哦，就这个世间上灵力，莫听心急高足灵笑及礼笑，嗲咧咧连几句啊。在这个世间上，能让我倾心而交之人少之又少，好、哦、吗？倾心即高竹林，笑即礼笑，哇、哦啊，这个不得了，真爱用这一套的对。但是这非常的无适合咱即马的日常的用语，哦。哦，这就是24节气，哦，大家念惯。啊，我嘛是因为安尼先一开始讲，我要跟你开讲，我无法度，我是来了解24节气，我是对这开始的，啊、哦。所以咧，来这当小听者，我伫咧。哦，电台内面就做一个这个啊，做这个影片的这个美少女囝嘛，来到咱的现场吼，伫咧后壁吼，迄个影片就是伊做的对吧？因为即马台语电台的吼，要做了讲，互少年的爱看，吼，肯看佫爱看佫会调的，吼，这个无简单哦。后尾先看这嘛会用啦吼。啊，你不要紧，咱时间节省一下吼。即摆我咧做现场的时阵，后壁来放一支吉他，啊，这是过年的迄个时阵吼。说到这个北部啊，北部98.5，老师让帮我跳到上后边好。因为我后壁咧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代志，你看。有曾经街头艺人无？我搁画图，啊，迄、那个画图是我家己画哦，画好了后咧，我送互听众朋友，啊，接受点歌，因为迄一天是旧年过去啦。后来我是拢画做迄个彩色的，啊，送互大家。好，老师谢谢。所以啊，即摆哦，台语电台大家一般印象是啥物？画画对无？人讲坐船看景，坐飞机看景，坐咱遮看景，你物件咱遮景。今日咧无咧遮画画，吼，
大咧咧，无咧卖药啊！伊原来所以听众朋友咧，会当准时收听就对了，只有咧卖瓜啦，吼、哦。所以啊，我们没有卖药，波多连播房为什么今日一直以来拢是当做一个台语电台吼？刚刚是第一品牌，就是因为讲第一无卖药啊，所以就扭转了那个印象。就好像像你讲台语，你感觉讲台语安尼就爽咧。啊，为什么听台语讲无就一定爱卖药啊？我们扭转了那个印象，我们做了还蛮文青的事情啊、哦哦！这个是我们做好的。啊，你当听我那个配音的时阵，跟我今麦在讲台语有啥落吗？今麦已经进入24岁当中的立秋，很假掰哦！立秋是这回进入秋天的开始，要是讲一座一座天你要过去啊。凉爽的秋天特别来了，不过因为台湾是亚热带气候，所以这个时阵是这个气候，甲这季的名称会无啥共款。天气还阁是真炎热，差不多要阁过一个月以后，才会当感受到明显的季节的改变。台湾是羽绒的国，伫个大暑过后，秋天的开始是羽绒。这是我早羽绒的，迄个时阵你过会当老夫一定爱过，你过会当听到迄个调调的声音，五彩的咖啡。即马较袂调调，但迄个时阵真正上着，无，迄个音不音拢袂准。上惊去拄着低温，稻啊会大袂好，所以选着时机野种甲布产是真重要。野种甲布产，即个季节台湾四周围海域的水温还阁偏悬，所以即个时阵的鱼多数是温水的鱼啊类。虽然这调调，但是我已经落八摆了，徛实的鱼，每一届拢爱落八摆。乌鱼外海有小灯啊，白贼啊，平洋的富贵。春啊鱼甲虾啊，春啊鱼伫即个节气鳞鱼长大出，鳞鱼是一般家庭伫咧喜庆的时阵常常选用的果子。人相信讲，若食鳞鱼肉，子孙会做大官。可见鳞鱼伫民间流传的讲法中是一种有福气。好，谢谢老师，谢谢。所以嘛，有钱不做福气鱼。喂，就是安尼先。我常常爱落单元落节目，我拢是。一点钟、一点钟录完了咧，家己听，我感觉讲调调会洗掉重来，这是我家己对家己的要求。为什么？因为迄当阵伫咧电台内面咧，我是上界老的迄一个啊。某某也好，伊嘛是自细汉就开始个讲台语。我阁有其他的这个先辈是对文人，或是带台中，或是带高雄来，因的台语拢安尼吼，非常讲得非常之好。所以我一个少年呢，还阁袂晓讲台语，伫遐上班，我一点存在的价值都没有。我在公司里面算是弱势，因为也是一个台语的环境，所以袂晓讲台语就落的嘛。所以无法度啊，我只好就是落一届了，家己听完了咧，阁去问老师，老师安尼，老师也讲讲安尼唔对啦，调调啦，重新回第二调，阁落一届。所以我以前吼。我甲阮某、甲某某以前伫咧公司的节目，我们是用雕刻的，因为我们不做现场预录，啊录音哦，拢录到半暝两点、三点才要回去。所以我提着金钟奖，我拿得很踏实，因为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我甚至回到厝啊，我甲阮爸爸妈妈讲，爸妈，我即摆咧公司内面一点仔价值拢无。就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恁爸甲我讲代，害我今嘛伫咧外口谋职困难。恁讲无继续甲我营造这个环境，恐惊恁囝无头路。哦，阮爸爸妈妈自迄天开始拢甲我讲代，伊咧搞钱啊子，吼、哦，已经十年了，吼、哦。啊，因讲代伊，因会保底啊，因讲咧正好啊，因讲台湾可以啊，我咱但是对我来讲就唔是安尼生啊，所以我阁开始阁读报纸，这是我家己伫咧厝的吼。哦自己在念，我以前我太太是主持人，她看到我在念报纸，她就觉得我很蠢。啊，是不是讲我这侪拢爱硬用迄个台语去念，伊拢感觉讲，那人也不较刁刁安尼。但是我唔惊人笑，为什么呢？因为笑惯起啊，哦。但是笑惯起，你也知影讲我爱进步，哦。所以呢，环境的制造非常的重要，哦。那是在座的各位，你是对你这个母语有兴趣的？你若是原住民，你著去学你的母语，你嘛需要一个环境来制造。过来呢，文化接触，这是非常重要。常讲，因为我伫咧电台内面，我必须去接触到真侪台湾文化的主题。
比如讲，甲陈明忠老师，伊的这个月经病了济，连抓着当拢是我甲某某咧主持的，啊，就因对遐就开始去接触，比如讲，哦，他都在讲，肋管甲腹管，哦，啥物，脚弦啊，大弓弦啊，哦，偏啊，这物件咧就会真有感受，哦，甚至讲，啥物叫做公车铺，哦，啊，你就会大大去找迄个物件。所以文化接触，你就开始对遮去重新搁再熟悉，讲啊，原来我是台湾人，遮物件才是台湾才有诶，别个国家拢找无诶。吼，啊，因为我伫咧即个环境，吼，啊，全无去。我希望讲，我甲你甲开讲诶时阵，我以前拢是比例咧增加啦，吼，一开始时阵讲两成，后来我增加变三成、四成、五成，一直到最后我会当100%讲规堂甲恁开讲。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希望自己的当全部记。过来加强听啦，以前我要听上主吼讲话，我讲真都听无，因为讲伤紧啦。然后呢，有足侪名词是以前我唔捌接触过，所以讲我哦，听起来足困难的。但是因为我找到的老师啊，讲话比我较紧，然后呢，迄个成果足紧的，你知影无？对你怎样？啊，还有陈天国老师哦，讲话了足紧尔，啊，你都讲话了，我也唔听啦。啊，老师，我讲一遍，我讲你话话话话唔听啦。啊，伊就是伫这种速度之下，即马讲话拢听有，所以吼，上主要我咧听咧，就感觉无问题啊，正常啊。加强家己听嘛是非常重要。哦，啊，过来就是报纸哦，爱去读哦，去念，但是袂当讲每一字照字去，你必须去翻做另外一个意思哩。哦，这嘛是。咱咧做主持人的时阵，比方我今日讲天高节吼，讲登革热啊啦，吼最近不是新增有这个登革热群聚事件嘛，吼已经啊，要安怎来讲，迄个报纸面顶所刊呢？你要甲转变做是你家己的话去讲出来，但是讲唔是用读报纸的方式，吼这就是我拢看报纸啊，然后去甲当做是一个主持的题目吼，啊甲念出来，这是我对家己的功课对。就是我靠这五个部分，吼、去摕到这证书，嘿，好，来，好一张。啊，少年一辈，咱常讲即马啦，真侪朋友，我嘛是过去的少年一辈，即马会晓讲台语嘛，所以我就用这个过来人的经验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吼。一般来讲，较困难的就是背音，吼、大家应该拢知影台语背音嘛，哦，啊，背音你若真正记袂起来，会当用八种动物，吼、来，西，西，好，哎，你就赶快，八，好，狮子、老虎跟豹，哈，比，哦，姑且比我贵一点啊，比，狗，哈，猴子，哈，狗，枪，哈，枪，哈，枪，枪，枪，龙，哈。大象啊，跟鹿啊，啊，但是这个问题应该讲，那讲八声七调对不？哦，再来讲，我一直咧想讲迄、那个，狮虎把狗狗啊，狮虎虎甲狗，敢是同一音嘛？就是，其实咱即摆台语一般来讲，咱敢若纯七个调。其中第六条声转，咱会变作拢是动的音，拢是即个下降的音的，就是因为讲即、這个音其实已经伫咱真侪人的语言当中已经消失去啊。佮即马，敢若伫个鹿港一挂较老钱的人，因才有保留着第六条，但是一般来讲，咱已经无第六条去啊。所以咱才会讲八音七调，就是咱只有讲，咱也是保留迄、那个。咱有分，咱声调有分阴阳、阴阳，然后阴阳又搁有分平响、去弱，就是咱那是照这个，就是咱对应的这种背音落去记，安尼才会较好记啦，对。谢谢老师，你看偌好用的，老师是边啊专业的伫咧教，我家己就免了假教啦吼。西话去教，伊讲诶对龙岗嘛，对无吼？是鹿港嘛，所以我咧想，伊是不是海口腔？赛虎把面搞搞笑咯，无，唔知是不是安尼生啦吼？
但是我一个朋友叫做陈随意，吼，陈随意嘛是一个台语歌手，啊，伊有一首歌叫做《龙岗 style》，吼，伊就是非常非常重的这个海口腔就对了，吼。啊，但是我嘛有这个龙岗的朋友就讲，伊敢若只有伊家己安尼，真正重的，阮拢无。哦，啊，但是无论如何，伊确实咧，伊咧讲，愈安怎愈安怎有无？哦，哦，一只河狗啊，配三碗公母啊，有无？一只黑狗配三碗公，配啦，吼。哦，啊，佮有即个各地腔口，这就是对遮来吼，即个背音甲地方腔调，这个是大家年轻一代吼，就非常会弄混的，会 confuse 的。哦，比如讲官庙迄边有是讲早时啊，瓜。挂菜的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伊拢安怎讲？早时啊，挂菜的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哦，哦，就拢是红菜啊。但是这只有台南关庙迄个所在才能讲。哦，所以这是地方的一个腔调就对了，吼，也腔口。哦，啊，过来咧，古早用词，比如讲咱头拄仔所讲的，哦，足济这个，即马已经有一些人拢袂去用的，哦，一挂古早调啊，头拄仔咱这个上嘛有咧讲的一挂用词。即马大多要消失不见，其实这拢是少年一辈，但是我是认为讲基础就是对背音开始去熟悉起，咱伫咧讲话时阵是毋是去对着迄个音，家己去听，哦啊家己练习，然后咧再来去注意着家己的腔调，家己的腔口是属于倒一个所在的，哦，然后咧最后再来去补充着古早的用词，哦，所以若是会当把这三个部分拢补齐，我相信对各位想要来学台语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讲新世代，我讲讲真实个，我特别四十岁，我新世代咧足可怜个呀。哦，但是真真正正，你若是要投入即个行业，哦，咱台语广播嘛是爱有新的即个电台就对了，哦，电台，哦，来，譬如讲，即马有即个直播，哦，咱即个波多黎各网即马有直播，即、這个叫做王美登，哦，伊一个破案哦，啊，即马拢有。串流甲迄个频道，或者讲我们直播的平台，哦，啊，早些对锦怡苑，哦，一直到郑红怡，哦，到阮头家，哦，每一个人拢开直播，这就是新的这个台语的广播电台，扭转人家的印象，讲其实为什么报道的播放一直到即马目前为止，大家拢认为讲哦，这是第一品牌，因为其他的拢无咧做，其他较咧做侪啦。啊，大多数的台语电台，有关还是停留伫咧背后啊，吼，尤其咱拄去即个拄去格兰波迄边去吼，你会当拄听到迄个一路面顶的迄个电台啊，开始愈来愈咧背就对啊，吼。啊，过接迄个电话吼，嘿，喂，客户哦，啊，两客啊，快来甲你送杯吼，吼，啊，你毋是顶礼拜去卡拉达吼，拢咧讲这啊。但是咱即马报道联播网的除了讲做头拄仔恁所讲的即个俗语单元吼，二十四节气，啊，佮介绍自己的单元吼，自己歌的单元，英语歌的单元，拢是非常少年气的即个广播的即个形态。吼，啊，即个头拄仔看过啊，啊，包括讲我访问到陈明忠老师，啊，因为我本身吼。会晓唱歌，所以咧，大家当先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大林的，带来一首歌曲叫做《下晡一出去》。即摆所听到的这个音乐，全部拢是天牛 live 的哦。来，欢迎我们频道大师。陈明章老师，天色渐渐暗落来，乌云日时也愈来，一个热天的雨伞。拍你，无必定看伊的暗影。
就是一个早起的节目，咱嘛是会当做较少文艺气质的，哦。感谢老师，感谢老师，我今日特别来，谢谢哦，放心当。来，这个话筒。所以呢，其实对我来讲，我认为讲公司给我的这个做节目的 range 是足宽的，哦。后来呢，除了讲开始咧主持电台，我伫咧电视节目。可能表演啊、模仿啊，等等拢是用台语吼。包括讲我咧模仿消防旗，嘛是唱台语歌嘛。大家有看过我模仿消防旗吗？哦，你们都不是综艺咖。哎，比如讲，连讲话，现场所有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曲歌王消防旗，也是非常的欢喜来到这边来讲这个台语相关的节目，和大家来了解。这是讲话，啊，唱歌，伫细汉的时阵，阿爸对我上好，也上好伊徛拢会留予我。你们都不是综艺咖，默默谢谢。头一个拍拖的可能是好朋友，迄无重要，重要是讲后来咧，搁一个搁较专业的吼，除了讲伫咧舞台顶啊表演以外咧，就是变作是这个配音。这个配音呢，就是有一个机会吼，和这个台湾吧，我在做一个不是二二八的二二八事件，大家要看一下好不好？那是吼，恁小看一下几十秒，啊，那是讲有兴趣的，拢会当登去小看一下吼。这内面呢，这个台语拢有，请到李刚教台语舞蹈基金会吼，咱陈宏辉陈老师，阿辉老师，歹势啥物件呢？对这边。那一件江湖，不是这个，我知。Hello， 大家好，今日的小小单元要甲大家讲的是，不是二二八公干的二二八事件。虽然咱大家拢是二二八、二二八的花休，不过伊厝内就毋是干那机器一工两工的代志。二二八事件除了毋是公干的结束，伊嘛干那是一个开始尔尔。伊就数千年二月二七，查缉员查淑芬煞无害过落来的事件，上机会予台湾人对政府规则真久的不满。哦，上机会有无？上路尾上机会，这一般拢真歹讲嘛，拢讲最后嘛。煞无来规定，平平平平的轻视款待，一个用用来轻视人的动作，即时予百姓怒气冲破处理化，变成政府甲人民关系恶化大关键。也因为安尼，煞落来几工。规个台北居家滚，居家滚是一个混乱的城市。人民南边一群民众集会游行，抗议再抗议；人民西边一堆民众罢工罢课，包围政府机关。除了怒气冲天的民众无停抗议甲停止以外，台湾知识分子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甲一新学生组成的治安特务队，等等民间组织。嘛，拍拼想要化解政府甲人民之间的各种冲突甲对立，啊，看到气甲成阿面观光，怒气爆炸的台湾人，各地政府机关根本就知影要安怎做，但若敢当只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人，长期欠缺沟通，才会伫遐你讲我不懂，有沟无通，两边的语言文化甲惯习，根本是差一大过的，混乱的地位。哎，有人讲差一大过，有人讲差一大过，吼，我只讲无平台。各位外省人也去扫到困扰台湾民众的红台位，啊！伫这种乱搞，我都唔知要安怎讲的情形下，但伊也开始接到广播来安打民众。伊表示，政府对参加这摆事件的民众很难袂对劲，上目者甚至予伊治疗甲补助，也就是治疗、安慰甲补偿。同时间，希望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会当增加更加侪民意来甲政府沟通，甚至答应未来改组新政府甲举行县市长民选。其实咧，这对一个十年前不晓讲台语讲袂认真的人来讲咧，到落尾也会当做配音，真的会用呢。我做会到，你嘛做会到啦，吼、哦。啊，所以这个内面有足侪用词吼，拢爱请教着咱台语正确的这个用法，所以一定要有老师来教。哦，你刚叫台语舞蹈基金会，嘛是一个足好的这个学台语的所在吼。啊，然后呢？譬如讲，内面有讲哦，人民那啥物惶惶的啊，慌慌作啦，就讲迄个，伊迄，敢那，要安怎讲，惶惶的，就讲迄个心嘛，敢那哦，
我里面怒气爆炸哦，尽情啊慌慌的哦，他写烘烘被子的烘烘烘左，哈，我就唔捌听过这个话啊，但是伫后边嘛有讲到这个慌慌的哦，大家当等去听看卖哦，啊，这就是较早真久以前的这个，嘛是讲正确的用语，但是即摆呢，大家拢较罕咧用啊，就对了。哦，啊，这就是算讲是一个进阶，哦，你必须要先加一项的用语，用啊好了后咧，你才开始去啊进一步去搁较深的所在，比如讲咱的这读书会等等哦，一寡文学类的，哦，拢会当大概诶到达比较上。哦，啊，另外咧，像讲这个图文不符，哦，我嘛有去含伫这个配音过，哦，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咱就直接浪费好啊。哦。过来就最后就是讲，除了伫咧网络、甲遮个即个 Facebook 的即个团体啊，吼来做接触以外咧，伫咧电视台啊嘛有吼，甲报告联播网吼，当做一个串联吼。一电视啊，嘛曾经想要来做台语新闻吼，啊，因咧做台语新闻咧，中间一个小小的单元，就是要叫我来去那边来讲即个俗语的即个部分吼。兄弟是兄弟，这一阵过江也着钱。骂掉钱啦！就形容兄弟之间有情有义吼，但是要账目清楚啊！伊时阵就是华台啊咧，啊，因为大家咱知影讲，即摆一电视，伊本身啊，伊原本是对这个台语吼，伊是打就开始咧做，啊，后来果然伊的收视族群就无台语这部分咧，真紧就收起来，啊，真紧就收起来。但是今日因为有这个名气吼。啊，未来若是有机会，小弟嘛是会当伫咧面前做一个小小的综艺的这个单元，然后来是煞教咱的这个俗语嘛袂歹吼。我是认为讲，吼、哦，较咱会当 Q&A 啦吼，大家做伙来 Q&A。但是我认为讲，台语是安尼生啦。我算讲是一个对一开始袂晓讲，但是到落尾啊，我用台语，因为台语咧。我变做一个播音员，我因为台语变做一个歌手出唱片，我因为台语变成一个专业的配音员，这是以前我拢想袂到。但你讲这是趁钱吗？这嘛不是趁大钱的这个工作，但是对我来讲是搁较重要，是讲因为台语我找到属于家己的金啦，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感觉。因为真侪少年人可能你嘛和我同款，我十年前我嘛感觉讲。啊，咱台湾的特色到底是啥物？咱伫咧讲的这个华语，甲中国的华语有甚物无同？啊，咱的这个文化，咱嘛有庙，咱嘛有这庙埕，啊，中国嘛有啊。但是咧，台语的系统已经有发展出咱家己一套这个文化语言，对语言内面，你会当找到真侪咱台湾过去所发生的代志。吼、哦，譬如讲，咱若讲烫死，烫死是啥物？杀毒嘛。哦，啊有人讲地口，有人讲沙文，沙文是啥物？沙文嘛是肥皂啊。啊，为啥物台北人就讲沙文呢？因为以前的这个舶来品进出口拢伫咧台北，所以北部的人拢会讲是对沙文迄边开始转变变做来一个沙文，对无？这就是时代有经过这个演进，语言会当对这内面去找到咱台湾过去所发生的代志。啊，这就是属于咱的这个文化的根，真的啦。所以哦，包括我伫这个写歌的时阵，吼，或者讲我即摆咧看歌词的时阵，我这个角度甲较早我伫咧听歌、看歌词的角度，话拢无同。迄是因为我愈来愈知影讲，台湾上界特殊、上界唯一的物件伫咧倒位，迄个气味伫倒位。但是钟老师，伊为啥物伊咧做伊个音乐，甲我讲一句，我感觉足感动个。伊讲哦，咱台湾人个物件，伊拢就随家己，只是讲无认同家己啦。咱家己无去知影讲安怎欣赏，那个鉴赏力我们已经被打坏。所以你根本就毋知影要安怎开始欣赏去，安怎开始欣赏去南北管咱台湾个南北管咱台湾个歌戏。有真济人拢认为讲歌戏是对中国来个。哦，真诶，啊，搁有足侪少年人，我认为讲歌戏是对中国来的，啊，实际上是对宜兰来的嘛，伊是落地扫开始的嘛，对无？啊，当中老师伊就讲，为啥物你去听伊的专辑，内面全部拢是南北国，啊，搁有伊后来即、這个加入真侪即个戏曲当中的物件，伊就讲，因为这是伊想要去做一个世界音乐，哦，世界性的音乐，世界音乐，你们听到那个大和民族啦。听到印尼的啦、印度的啦，拢真有因家己的风采啊。但是咧，台湾咧，
台湾真正真无啊。但是我对陈明章老师的音乐当中，会当去看到咱台湾的色彩，因为伊真正知影讲伊的即咱台湾文化色彩是伊要安怎去拟来用。所以这嘛是我即马对家己的工作，对家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期许。我未来想要做表演的物件，我嘛希望会当加入属于咱台湾正港一个本土的色彩。啊，就是对语言开始去了解，去找出。第一只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感谢。哦，做芹菜吼，而且上路你是九点要离开嘛？啊，你无看哦？你无看，我本来讲九点会离开，讲啊，咱就已经开始结束啦吼。啊，即摆当然有 Q&A 啦，大家问一寡问，下主导你第一个我知影，你应该有一寡回馈吼。啊，搁第二个、第三个，好、哦、来，第四个好，来，你咧问啥拢会？我其实拄仔拢无咧想问题，所以啊，即摆重要。其实我倒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讲迄、那个，就是迄、那个，吓大轮导演哦，导演的迄、那个细汉的唔捌，袂晓讲台语的迄个程度是到啥物程度？因为其实我以前吼、喔，因为我是倒仔高雄的人，所以我细汉的时拢是，就是拢讲台语，去学校就是讲台语，有些连老师教册嘛是讲台语。所以我是到台北，而且是这几年以后才发现讲，哦，真正做侪人袂晓讲。对我以前无感觉这是一个问题，是这几年我才感觉这是一个问题。虽然讲我台语嘛无讲足好，但是就是讲，至少我伫厝的是拢完全讲台语啊。啊，我唔知影讲台北人既然是连伫个厝的都无咧讲台语，这是让我感觉足意外的代志。因为我想讲，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好啦，我细汉的时阵我细汉时阵，我伫个厝咧讲台语嘛，但是有一届啊，有一届毋知发生啥物代志，阮母啊，迄礼拜拢甲我讲华语，结果我感觉我心情足歹，因为我感觉甲我毋是厝内人，对，我本来肯伫个厝讲华语人无种感觉，但是我也是，阮母啊要甲我讲华语的时阵，我就感觉伊就是表示讲你是我的囝迄种感觉，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就毋知影讲。就是我到即马才知影讲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伫个台北住才久以后才开始感觉讲，而且其实我伫个上班的时阵啊，这就是我感觉这跟年岁有关系。比如讲，虽然讲我的同事嘛是拢读，就是讲嘛是有的人嘛是台北人无毋对，但是阮互相之间吼，嘛是会讲台语哦。啊，所以我一直拢无感觉这个问题是足大个问题，可能这甲年岁有关系啊。就是讲，你若甲倒一个会所去的人，伊的生活内底，伊可能拢是讲台语，所以伊无感觉讲台语有啥物危机。所以才会讲有个人讲，哪有台语哪有可能挑剔？无可能啊，因为伊的生活真正是拢讲台语。啊，就讲以我家己的生活来讲，除了我伫咧读册，就是讲读大学迄段时间无咧讲台语以外，也是讲我甲我大学的同学顶个之间无咧讲台语以外，其他时阵其实拢有咧讲台语，所以我以前无感觉这是一个问题，啊是到我开始捌一寡少年辈，而且是大学，才发现讲这真正是一个问题。啊，我所以才想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听起来是你应该本来是会晓讲，只是无足够讲。迄种听，可能是听到的问题，毋是真正完全无。但是我即摆有个人的感觉是，虽然我嘛无甲伊试啦，我毋知伊到底是听到个。做一人我袂晓讲，袂晓讲，啊是讲伊甚至甲你讲伊听无。啊，因为人安尼讲，咱就无好意思甲问啊。所以我毋知讲一般迄种袂晓到底是甲啥物听到，即可能就是爱有一个专家来。大家试到我都知影，我是唔知，我无好意思讲，你甲问讲，啊你袂晓是到啥物程度袂晓？啊，所以我想要知影大恁你的迄、那个以前的袂晓是到啥物程度袂晓？啊，迄、那个小卢嘛是同款啦，伊小卢讲嘛是学转来嘛，所以我有些我想要知影，就是。这其实拢是做问题，我把大家讲，咱大家拢无年纪，袂好，啊你也无开。外国语的时阵，开出侪时间来学，外国语，不可能只少时间来学台语。
啊，像我人工发育，我是去到澳洲的时候，我开始做人工发育，本来拢袂晓讲，后来变会晓讲，啊，哪有可能？我要讲台语的时阵，我讲台语足困难的，那有啥物台语会较会晓通就好啊，足侪人拢是讲会晓通就好。你为啥物爱开时间去学一下，互你有搁较好，就是锻炼他在讲的物件。来，多谢，我会先听，但是我感觉袂认同，所以讲，等一下我会讲口语，啊，你三位就会讲你习惯的语言就好啊。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问说，能不能请比如说吕小姐，或是跟我们说明一下，说就是今天两位的整场演讲，我们都是讲台语这两个字，所以台语这两个这个词，它到底是怎么演化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叫它是台语？你为什么选择说叫它是台语？那就你自己所提的语言正义而言，你认为台语这个词，它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怎么样来看它是否符合你所定义的语言正义？这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讲说，那刚刚我们也讲到法语，那就用这个问题来庆祝，哲武八周年快乐，就是说。既然哲武推动了法国高中哲学教材这么多年，那我们某种程度上大量的引进了法国哲学的话，那我们怎么来看法国本身的法语纯化政策？无论是法语纯化政策的历史，甚至法语现在，纵使好像有一点改变，有一点内敛，但是还是根深蒂固在法国文化当中的法语独尊的情况。那法文。未来法国人民正统的法国人民似乎也没有想要有比较高度的如同台湾式或是其他国家的妥协，那我们怎么来看法国哲学或者是法国人自己这样的行为呢？最后就是刚刚把这个问题丢回来，就是那以法国为例，法国其实是有宪法明定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那相对于台湾，其实我们只有国家语言法，我不太确定现在过了没有，但是国家语言法，我们并不管是你认为的是不是宪法，或是你认为的哪一个版本的宪法，我们似乎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说，麻烦那个什么国家的官方语言是什么，所以那您身为台文所或者是台语的实际那么推广者使用者，你们会觉得说台湾应不应该来定义官方语言的，或者是如果要定义的话，怎么样去在什么样的层级入宪还是入法，然后怎么去定义我们要不要的所谓的官方语言？谢谢。今天那个到时想多，我说我先回答一下他的问题。讲一下那个，因为你跟他们讲哦，法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19世纪的语言，它所以它其实跟整个的政治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它也消灭了一些语言，比如说古列塔尼语已经消失了。那什么时候会消失呢？真正彻底最佳就是大众传播开始的时候，在1950年代开始有黑白电视，1960开始有彩色电视。当它开始散播的时候，有一种专门的语言被使用的时候，有些语言就消失了。那另外来讲，法语是不是适用于台湾哦？我不觉得，但是比利时很适合。比利时的时候，它有一个弗朗蒙，就北部我们讲艺术史最有名的法兰德斯区，南部叫瓦隆，瓦隆语就最近很接近法语，法兰德斯语非常接近荷兰语，但是瓦隆语已经消失了。全部都已经讲了，比如说讲法语。那在法兰德斯区呢，他们很坚持自己要用法兰德斯语。他说，有人说你们就叫荷兰语，可是我们讲荷兰不对，因为荷兰其实只是尼德兰的其中一省。整个的我们现在讲的荷兰，我们现在讲的荷兰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荷兰的一省，可以吗？叫荷兰 （Holland）， 其实它整个应该叫到尼德兰。所以为什么有奥运改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只能够符合领土的范围，所以中华台北应该被改掉。告诉大家好消息，今天晚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破16万。所以明天我们大家要去跑，继续
造。我讲这个事情，比利时的这语言，他们争取了很久，那个语言政策的，他说比利时是在1830年变成一个独立，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他到1898年，法兰德斯语才变成真正一个官方语言，所以他们等于都是被法语侵袭，整个被完全没有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我不能讲我自己的语言，而且高级的语言就是法语。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面临到这里，可是后来全部都变成官方语言，像目前比利时有3种官方语言，荷兰语、德语还有法语。那可是呢，再加上因为它是欧盟地方，所以它有4种官方语言，要讲英文，所以有4种语言。那以前呢，我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出声明稿，就是被公讲台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写5种语言。就是一方面我要照顾到比利时所有的人，因为我会法语，但是一定要把它翻译成荷兰语啊，就是法兰德斯语、荷兰语，然后变成要翻成德语，然后再讲中文，然后英文。所以我们随便一个声明稿都比外交部来得好，因为都有5种语言，也就是在这个欧盟的那个地方。所以语言的多哦，其实它有一个多元性。那现在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学你邻人的语言？比如法兰德斯人，就是北部的法兰德斯，他们没有，他们会去学法语。可是法语啊，法语的人，他们要不要去学法兰德斯语？大部分都不愿意。只有个他们国家的强制的条件，你在布鲁塞尔居住的人，一定要同时会法兰德斯语跟法语，你才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它有一个地方的东西，它那个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1960年的时候，1968年的时候，鲁文大学是本来是在荷语区，可是他讲法语。后来就在那个1968年，整个把讲法语的人全部赶走，然后去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叫新鲁文，然后里面有讲法语鲁文，现在叫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荷语鲁文。那可是，在荷语人两个大学是分开，所以他们。后来为了解决这件事的书单册留在老鲁文，双册到新鲁文，就是拆开来。但是两边的图书馆你要借书，两边都可以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的语言政策激烈到他把人都赶走，包括现在的社会，他们也想要独立，这个北部的要独立，但是当然还有一些，他们还靠着布鲁塞尔跟国王的关系。我讲最后一个，有一天我朋友说啊，比利时可能会消失了，那时候。以后可能就不存在。我说不存在，我就跟他不存在很好。你可不可以把你们国王送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脱亚入欧，我们可以去独立线，然后这个也不错哈。讲到这，咱即摆先给迄个大人的先讲一下，先回答我这个头拄啊，这个大哥的问题吼，因为你讲你高雄人嘛，对不？台湾囡仔我细汉吼。爸爸妈妈也要讲，听阿妈天天讲吼，我大概只能够有20%到30%听得懂的能力，真的，我只能够听它中间的一些连接的片语啊，或者一些词，去确定他这一句话要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回答一定是用华语回答，我不是用台语回答我只有一句话会讲就是妈妈帮后啊，给他抱起他什么？真的，从我小时候就妈妈放后啊，我只会讲这一句话而已。其他那些我妈在讲广东话哦，我都是用国语回他，所谓的国语啦，现在华语。所以呢，我一年二十八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二十八年哦，我的朋友，我唔知影伫咧台北关听喏，以前的新，即卖新北市以前的台北关，台北关的使用台语的。频率是比台北市高的，台北县比台北市高。我以前细汉的时候，伫咧房桥，确实咱伫咧草埔啊，伫咧遐耍啦，看地真济啦，囡仔互相之间咧沟通咧，全部拢是用台语。我有这样子童年的印象，但是我国校三年，我甲台北起步了，就再也没有听到有熟悉的台语在我四周围出现。所以台北市的小孩不会讲。台语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聊天也都是用华语在聊天沟通，我们听的也都是华语歌曲多。那
我知道跟中南部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太太她是大甲人，我也是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到转播都跟我说在讲台语呢，转播拢是台语讲台语啊。但是我去我的以前国中同学的家里，他爸爸妈妈都不太跟他们讲，虽然会讲台语，但是都用台湾国语跟他们讲话。啊，你叔公过世完没有啊？这样，啊，但是拢无讲台语，这就是北部。北部确实就是安尼，是本省的，老实讲，本省啊，当然外省就免讲，迄绝对是拢是讲华语的嘛。嘿，阮太太咧，又伊嘿，伊嘛是台语电台主持人，台哪啦？稍等咧，稍等麦克风。就是大嫩的，阮翁伊十年前台语的程度，迄当阵因为阮家自细汉拢讲台语，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件足正常的代志。啊，来到电台了后，发现咧甲伊开讲，伊竟然连我用华语问大家好啊，戴手表的台语要安怎讲？戴帽子的台语要安怎讲？大家拢会晓讲啊，这足正常啊。但是伊迄阵连讲拢袂晓，讲你敢有地球表啊？你敢有挂帽啊？他完全分不清楚这两个戴跟戴的差别，所以我会感觉讲，原来有这么新奇的代志安尼。所以伊迄当阵十年前戴伊的程度差不多就是戴手表跟戴帽子完全分袂清楚，啊，该夹过了搁袂记得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听到。我二十八岁啊，我那是安尼啊，但是今日我当坐伫遮甲你讲，足奇怪啊！但是这一点仔无奇怪，因为我有这个观点，我逐工拢是开真侪时间伫咧录我节目，伫咧监听我家己的台语有标准无标准无吼，啊，佮有老师随时敲电话入来调，吼，讲你讲啊对啊，所以这是这个南北二路真大这个差别，吼，伫咧遮甲面上做一个分享安尼。嘿，好啊！另外，这个问题，为啥要叫台语？其实这个问题，我甲陈天国老师吼开讲过吼。我讲老师啊，其实吼，我出侪吼，这个客家的朋友啊，吼，拢甲我讲，为什么你们就是台语？那我们客家就不是台语？其实我甲陈天国老师后来拢有咧有一个想法，讲若是会用，为啥物卖台语 dash one， 台语 dash two， 台语 dash three？ 其实这差异阁真正阁有真侪学者吼，拢有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毋是只有我想，嘛毋是老师想，但是我是毋知影为啥物讲后来无这个想法叫推弯啦。但是对我来讲呢，我是认为讲伫咧台湾一片土地的语言，拢应该叫台语。我认为是安尼是啦。哦，某某你讲我搞错，但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啦，我认为讲每一个人伊有伫咧即片土地面顶，应该有伊家己有感情的迄个语言。吼、哦、啊，若是讲为啥物定义叫台语？我是感觉咱台湾是真多元，吼、哦，有了类似甲新加坡同款，吼、哦。但是咧，咱台湾的这个台语的这个系统，其实嘛已经运作真久的时间，这是我知影的。哦，咱有台语，哦，咱有文字，咱有真侪这个系统是会当咧顺这个数去找到的。啊，我认为讲应该是，若是客语，因愿意的话啦，应该嘛是会当伫咧台语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为什么袂用呢？原住民语嘛是会用啊。你家己应该去找到你家己的母语去学习，我感觉这才是重点。吼、哦，啊，为什么要叫台语呢？其实第一个我感觉非常的现实的一个问题，就讲，因为别个国家无叫并吞的问题，无叫强化的这个问题嘛，咱有嘛，咱大家拢叫这个中国去强化到安尼先，对无？大家准备走无路，这第一个就讲，伊就是硬要讲家己的语言呐，那是要甲你消灭，第一个就是禁你的语言呐。就这么简单，像我头拄仔咧讲的，你会当对你的语言当中去找到你的根嘛？伊要断你的根，就是断你的语言嘛，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是因为讲，迄是因为去互强迫，去互压迫之下，咱五味三种必须要去做这个决定。但是你无去做，我是感觉讲，啊，敢有第二条路会当行？对无？来，上主。其实，像啥物叫做台语这物件，恁若是去
前公迄个时阵的文献都有写，伊就是伊伫咧写讲，伫咧台湾即块土地，咱可能会甲叫做闽南语即个物件，迄个时阵就甲记录叫做台语。然后一直到日本时代、殖民时代的时阵，因入来了后，因将伊的日本话讲作是咱台湾的国语，然后将台湾的闽南语改称呼作是土语。尾仔又搁改改做是台湾话，就是咱即马所讲的台语。但是我头拄大林先生咧讲，就是讲，那做今仔日客意即个名词，伊愿意改改做是台语，我嘛认同啊。恁讲恁家己是台语，然后恁应该是客意这样，我嘛认同。就是我认为讲，因为即个名词的物件，我认为应该是咱身为台语母语的人去决定的代志，就是咱是毋是有法度找出一个咱真正会当接受的名词。但是对我来讲，台语都毋是刻意啊，就是即个物件伊对应落来物件都是安尼啊。敢讲今仔日刻意伊愿意将家己的名叫做台语，就是我认为这是咱族群之间需要去讨论的物件。我插嘴一下，因为十年前咧，我有一个机会当去福建那边去比赛。然后去歌唱比赛，我唱闽南语歌。然后我伫咧迄个，因个迄个叫做，厦门人民什么电视台嘛吼，哎，因个迄个电视台全部因拢是迄个高干啊，拢公安啊，拢伫个遐管着对啊吼。啊，我着自我介绍着讲，大家好，啊，我是邵大伦，真欢喜今日来遮吼唱闽南语歌，马上就去互切掉。然后着讲来，同志。不要讲台语，讲闽南语、哦、我是被强制，因为我在他们的国土上面、哦、我就直接只能讲闽南语。你说福建话，新加坡还是住新加坡啊，也是福建话啊，但是中国不记，因为说福建话，说你是我们的国土，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要讲福建话，说你看我们同宗同源，对不？啊，为什么伊就袂去讲新加坡安尼生呢？这就是主要目的，就是因为你大家叫阿爹，你大家你去学校了后咧，就一个胖虎要甲你欺负嘛，对不？但是为什么同班啊？奇怪啦！啊，我甲这两个拢白白拢同款，同一班咧，为什么你只有你去拍我，你袂拍伊咧？对不？这就是因为我们是被选择的那一个，所以我们逼不得已，我们必须要去建构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啦。我讲一个故事啦，这真正是恐怖的。我无伫个后壁咧摇头，因为太多秘辛了啦吼。就讲，有一个音乐人呐，他曾经来上我的节目，他代表苏打，哦，他代表苏打，哦，然后去这个，竞选就对了吼。啊，然后咧后来无选掉，爱搁当去做伊的这个音乐制作。啊，因为即摆伊是袂歹即个音乐人嘛，所以即中国即摆市场开放了咧，伊就必须爱去迄边去做导师，而且选秀节目的老师，结果叫人举报啦，哦，讲伊上台独分子的节目，就是上我节目，哦，就我就感觉讲，哎、欸，我这么小咖哦，也会被监听啦，啊，但是这是事实啦，就是讲，这里因即摆都去调查真济，甚至无论讲种，其实我也不是，若是讲真正要。讲台派，我嘛不是鹰派啦，哦，我嘛算鸽派的对啦吼。但是伊他不管你是什么鹰派、鸽派，你只要捌着病呢，伊绝对甲恁家全部厝尾顶拢现现起来。这是真正有影的代志，大家莫想讲，今仔日伊无对伊安怎，伊就袂对伊安怎，那是无可能的。我因为伫咧这个电台工作十年，我拢知影讲，因迄边的人是安怎咧讲讲听。因为但是要听我这边的节目，台派节目，伊才讲。你只是讲台语的，你是传承母语的，你是咧推广母语的，伊拢甲你弄做台独分子，真诶。你若是咧鼓吹自由民主思想，台独分子，真诶，真诶啦，这有影的代志啊。哦，大家千万不要想讲，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这样的？我们不要再一直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建构的话，未来没有机会建构。你无头一步，你哪有后壁？你一定是参照去大陆同款嘛？你无地下线，你是要安怎拍地基？对无？所以台语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就是台湾这片土地，咱是徛在这个土地的人，生养我们的人。
不管外省本省，我们就是在这里长大，我真的就是没有到所谓的内地去过，我的内地就是南投嘛，对吧？啊，为什么你们用票我讲遐是南投底下两个所在呢？是你们的大漠呢？是足奇怪的呀、啊，那就是不符合一个公益的东西啦。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台语会当得是阮得是都得是最足好的啊。我甚至认为讲未来会当含新加坡同款，啥物语言拢会当来。即马阁有新住民呢，即马咱所有少年拢无爱生，我生两个呢，对无？咱少年拢无爱生，以后迄个长长啊出现的时阵啦，咱台湾有足济老人啊，少年拢无完啦。迄个时阵要去并吞，迄是真有可能的代志。但是一真正被并吞了呢，剩下的那些你曾经鼓吹自由、鼓吹母语文化，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会不会随时拢给我吊起来活起来？那是真有可能的，因为要找你的人实在是太简单啦，你人少嘛。伊随时咧，连我这个细卡，伊拢会咧敢听我的节目呢。伊24小时随时敢听，你有够今日讲啥物？啊，你讲啊，你今日要讲台语，台语安尼叫台独分子。啊，是，这我们你不要想说是开玩笑，他们是很认真的在看待这件事情。嘿啊，我来讲一个吼，有一个吼，我们在讲在台湾，定拢咧分台独跟华独，对不对？我们在分谁才是真正的台独啊，怎么样的，会在吵架。可是，在现实上面，是由你的敌人来决定你是个台独分子，不是你在决定，在现实上。所以他随时，只要你反对被中国并吞，好，再温和一点，你认为台湾跟中国不互不隶属，你就会是台独分子。那我的说法是说，我有一种说法的，你迟早会变成台独分子，也是别人当你定义你嘛。所以大家的那个，我们现在里面吵的时候，做一个意识上的区分，其实上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哎，还是真正积极的。台独意义，可能我们找个时间来讲。但是呢，只要你不认为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你当然就是台独分子。就像那个大练的讲，你一定会被先把这些人扣起来，另外一个你会怎么接着再把他扣起来，所以一定会越扣越大，越扣越大。那阿东明对外来讲，我说这嘴很清楚的认为，从独立的意识，下面是独立啊，真正的台独要朝到哪个方向去？我讲。但不过现实不是啊，现实也是因为中国的关系，把我们这些人都变成台独分子，我们就必须要团结在一起，就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头先问我讲，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有符合我所想的一点专业建议这项工作？我认为讲就是，比如我的阿公，伊是差不多1930年代出世的人。然后伊除了台语以外，伊会晓讲日语，会晓讲客语，嘛会晓讲华语。伊至少会晓4种语言。我相信讲即款个话，伫咧迄个年代来讲，一定毋是啥物足特殊个话。我相信真侪人拢一定捌听过像即款个话。就是讲，所以伫迄个年代，我认为讲，伫伊个时代经验当中。伊会去主动、自然去学对方族群的语言，这项工作是一个真自然的生活态度。我认为台湾的语言转型政治至少要做到这步才有算成功。就是咱平等去看待每一个族群的语言，然后咱愿意来去学对方族群的语言，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语言的环境。我会使回答我遐、那個，就是台湾即摆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是在5月16号送出去，然后他说他的定义是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语言及台湾手语是现在他们送出去的所谓的台湾官方语言，然后在这之前台湾是没有官方语言的。所以恁会使了解讲我即摆几岁？我是台北人，我是学弟啊。所以其实
拄仔有一个问题是讲，为啥物叫伊台语？啊，其实有一个比例是讲，台湾70% 的人拢是母语是台语，啊，13% 是客话，啊，另外13%是外省人，啊，其他是原住民跟新住民。所以，我感觉既然有70% 的人讲台语，诶，母语是台语，所以伊应该就会使叫做台语。哦，这个。也标准，这个说法是来自何万书教授。我们通常不做权威论证的。对，就引用权威就是像确定来讲，因为你即摆背后的逻辑是讲较侪人讲的就较有道理哦。啊，就是会变成实力原则，我们就会变成现实主义者，或者会变成功利主义者。所以我们是用功利主义者的角度来去思考。那个语言所谓叫台语的问题，哦，对，就是我咱咧关心咱背后迄个标准是安怎来的嘛？因为大咧咧讲，咱应该要有 dash one、dash 二、dash two， 这个拢无问题嘛，因为讲嘛拢清的。那你起码是讲哦，我们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知道大多数人认为的那个作为标准，哦，这咱先到遮好无？先互迄个还袂讲的人先讲，来，搁遮搁有一个。这个先给这个来。好，那个不好意思，我要问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是辅仁大学的，那个之前我是校会的时候，我们的前任的副会长，然后他在讲台语的时候，当场被辅仁大学的一些行政官僚们直接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可以讲中文吗？对，那其实我现在想问，第一个是说。我们在看到那么多台湾电视台有讲一些闽南语，我讲闽南语吗？讲闽南语的，我看到是民视和公视。我是觉得说，像在2000年在陈水扁执政后，我们有客语的，我们有原住民语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好像对台语的危机意识反而没有那么深，在那时候。然后我现在有个想法，其实我跟我老师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哪个老师？陈俊凯老师，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应该？要设一个东西，就是设闽南语的电视台，因为现在民视跟那个公视的东西，说真的，他们不是纯粹那种电视台，对，所以这是第一个转型正义。我觉得如果知道要做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是觉得教育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像我最深刻还是我高中，所以我以我高中为例，我高中的时候读很多文言文或者读一些文章的时候，那其实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不教大家说那个华语、闽南语、客语、原住民语，一起教大家去讲这些那个文章，甚至说像文言文也是，因为文言文自己用台语去念反而会更有意思。比如说古代的那个走，如果用台语念就走，走就是跑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用华语的意思来看，那完全不一样。那我是觉得说，可不可以做这些转型正义，或者说可以去呼吁跟政府呼吁这件事情？谢谢。那你讲语言哦，一个语言就是它会给你一个视野。就一个个人来讲的时候，其实它会越多语言，它是越有那种语言，在这个语言本身会涵养它本身的一种内在的深度，会让它看到不同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你讲法语、讲英文、讲不同语言，你用不同语言，我无同款语言，你表达你自己的时阵，你是无同款啦。那是语言的本身。他有特别会去框住你的那个人格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安哥来。某某。首先呢，我要先讲对上如拄才讲的迄、那个语言的这个转型正义的代志，我感觉非常困难，即天来紧来安尼吼。啊，再来就是我想要讲，因为即马台语这个语言到底是号做啥物名吼？这个。地咧吼，大家常常咧讨论嘛吼，但是你若详细来甲想，你会发现讲，其实一个语言，伊的称呼是啥物，其实就是这个语言，这个称呼一讲出来，咱就知影是这个语言，对无吼？譬如讲咱台语这个称呼，其实已经足久啊。吼，咱讲这个语言，咱就知讲啊，这是台语。但是这几年来，毋知就是开始大家咧抢这个台语，吼，这个地位，吼，所以伫遮有一个足简单的讲法，相信在座
语嘛，真侪人拢听见，就讲台语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敢那台大，吼、哦、你台大，台大是台湾大学，对不对？台大伊都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你袂讲，吼、哦，譬如讲，这个政大的人也起来反对讲，你为什么吼做台大？好，我嘛是台湾的大学啊，为什么只有你叫做台湾大学？我也是台湾的大学啊。所以讲台语的这个争夺战嘛是这个观点，所以讲咱伫台湾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顶顶的语言拢是台湾的语言。但是你若讲台语，就是这个语言的一个称呼。哦，另外就是拄则上文嘛有讲到，讲这个语言伊要哪个称呼嘛是这个语言的使用者伊家己会认认同嘛。吼，所以讲若其他的语言愿意讲其他咱台湾的语言，愿意讲甲因家己的称呼改做是台语，安尼大家拢足欢迎。但是我相信袂有咱台湾族民语的使用者，还是讲客语的使用者，伊会同意讲我即摆开始要甲我的语言改做台语。但是咱当然是想讲，大家拢是台湾的语言，就敢那台湾的大学有很多间，但是台大就是只有那么一间。哦，还有再来就是那国家语言发展法，即摆还未通过。哦，为这个题，我嘛甲别人有讨论过，因为大家会感觉讲，啊，你是毋是就是要透过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法，吼、哦，要来把这个台语当作是咱的官方语言，吼、哦，所以讲这个代志，真侪人会感觉很焦虑。但是你其实去甲看这个法，你会发现讲，伊毋是要定官方语言，他不是要来抢台湾第一官方语言的地位，伊毋是，伊是要来用国家的资源来保存，还是讲来保护一寡咱台湾固有的语言，一定要消失去，要用这个方式来甲保护，并不是讲。并不是讲吼，这个语国家语言发展法出来了后，吼，咱就是有一个哪其中哪一个语言变成国语，吼，或者是华语变成国语，什么语言变成国语，并不是这款的观念。所以讲，伊是一个抢夺战，伊是一个保卫战。吼，咱的上基本就是要把这个语言保存落来，安尼。吼，所以讲，这个想法跟大家分享。好，某某嘛，其实完全不一样。咱爱吼，人生归情共结。这个我们跟燕哥呢，其实在我的生活经验里面，刚刚有很多问题哈。我一个成长经验是一个很冲突的。我爸爸是闽南人哈，然后住在客家村，然后他是日本时代出生的日本人哦。那我妈妈是闽南人哈，跟客家还有平埔泰雅族的混血。我从小，我听的语言，我爸爸跟我妈妈，如果说跟台湾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讲日文，因为有一些私密的东西，不愿让人知道。那跟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有一些不让我们小孩子知道的时候，他们讲客语。那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就会讲，我们听得懂闽南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那直到我之前，因为我在意大利待过，然后我第一次回从意大利回台湾的时候，我的祖父第一次我回来度假，第一次他每天早上就故意拿一个报纸给我，他说麻烦你用台语念给我听，看报纸中文字。看报纸有念，我拢袂晓念。啊，伊一年一年甲我教。啊，有真侪物件。即摆咱咧讲的，一寡讲，伊讲啥物叫？拄仔咧刚刚在讲说，拄仔咧讲迄台语。伊讲，河洛人讲伊是台语。咱原住民的九族、十几族，伊拢讲伊嘛是台语。啊，我感觉后壁有一个，我咧即几年我咧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是足好诶，互咱诶训练文化，就是对在地土地诶认同诶吼，爱按土地生活吼，甲迄个植物吼，啊迄个植物跟很多的物种物件，我问你一个有没有？台北讲肥皂叫什么东西？啊？杂文。鹿港从中华讲起来。地壳嘛，啊，是安怎叫做地壳？
你知道吗？很环保的东西，就是茶油纸扎下来的那个纸，把它拧成块就得空，多美啊！很环保，那是有文化的背景的东西，那是文化的深度。所以我感觉咱人即摆拢免讲迄，你就是在地土地认同吼，你土巴豆、香油、西班牙语。变成台湾的会污习的植物的物件，你去饲鱼都阁常用，台农知，但是那是外来的。所以我讲，阿摆咱个看，咱个新住民来，你伊即摆用马来富啥的，啊，你若讲你在地土地的物件变做新的物件，全世界知影。你讲，咱即摆咧食日本物件，拢伊的乌龙面啥的，乌龙，啊，你会想要足顺的啊，啊，迄伊的物件。所以，这文化教教育，这农业在地物件变作世界重要，迄上重要。啊，你即摆咧炒，迄就是中落。即中国的吼，伊迄切割的，伊迄个自我意识的物件，这足恐怖的。所以讲，你即摆你咱个就是爱去认同即款咱在地的生活的迄个妈妈去集体意识。谢谢。其实吼，我这个问题吼，我感觉足复杂个啦。但是我要讲一下简单，就是我拄仔要补充，因为伊拢讲啊足好，我要补充个是讲，台语是爱叫台语，伊毋是任何人挑台语来讲，因为伊迄是一个原因，就是讲，伊迄清朝个时阵，台湾是台湾府，啊台湾府是福建省个台，福建省个台湾府，所以讲。迄个时阵住喺台湾府的人，伊厝内叫家己是台湾人。但是迄个时阵台湾就是规个台湾岛哦，因为迄个时阵原住民因住的位是无互清朝管，就是讲你看迄个什么话呢？迄个时阵拢无互清朝管，是后期走后期的时阵才去互管。所以迄个时阵讲的台湾是指清朝有管的所在，啊，而且伊是甲分做属于个福建，所以像咱。现在伊无，现在客伊无变做台语，现在台迄个台语会变做台语的原因，就是讲，伊伫迄个时代人客人来台湾的时候，伊是伊嘛无认为伊家己是台湾人，因为是客籍。这是我本来无了解，最好是有一届听一个迄个客家书的老师伊咧讲，我才知影讲原来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也叫台语是有一个原因。啊，当然时代演变就是讲台湾人的迄个意思，这个定义。伊个定义愈来愈大，比如讲本来客人伊无认为是台湾人，但是伊即摆开始认为是台湾人。啊，比如讲1949年来个迄落移民，伊本来嘛无认为是台湾人，但是这十几年来伊嘛开始认为家己是台湾人，所以台湾人个定义变啊愈来愈扩大。啊，比如讲原住民，其实可能伊就嘛无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啊，因为伊是部落个迄个。认同伊是认同，我是啥物社、啥物社、啥物社人，无咧讲我是台湾。这是后来咱这个社会慢慢咧演变的过程中，伊发现讲，我嘛是一个台湾人啊，才开始咧讲我嘛是台湾人，才会讲大家拢要叫做台语啊，真正讲未来大家拢要叫做台语，这嘛是一个方向，嘛是了解。但是意思就讲，这毋是讲啥去抢这个名，我主要是要讲这啊，讲作啥拢讲讲河南人去抢这个名，这毋是抢这个名，这个名本来就是。你爱知伊个历史的时候，你就知伊是做厝的发生的，不是讲飘来去做这個。我要讲这個。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会你念好好来一分钟。一分钟啊！我来过个晚上，我该提供。我谈论下吼，我提供给这两个少年的刚在场的这堂课。我今年即马。当咧做诶工课，叫做手雕诶天主，讲我一种话，凭什么？你凭什么说周天子讲的话是跟你一样可以沟通的？我甲大家讲，当我去整理宋朝诶公文内底写诶汉字安怎读音，我去甲解读出来，我即卖甲塞去到。汉朝的说文解义，伊每一字，伊九千几字汉字内底有八千几字有写这个字
的声韵是啥物货？伊也有写着，伊收的这字字是九条的文献内底出现的字。当我去甲连接的时阵，我发现讲，是安怎看的？同款的汉字，甲我今仔所听到的意思，含这个声音。我来那呀，自然呢，那会同款，哦，我是要提供我大家思考。这种语言，日本人称为台湾语。尤世坤为着要政治的资源的使用，伊讲，台语是所有台湾人所说的语言。因为教育部要推广母语的时候，他也要分到钱，但是他分到客家委员会去，把公堂用到客家庄的私立幼稚园。其他的语言，你要这你扣回来的钱，别来插手。原住民语从被所谓的九族到三族，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客委，语言委会的人召集各部的酋长来，现在要推广母语，要用拼音系统，要不要？有些酋长表示反对，他说反对可以，你钱就不要分。开完会每一个人都签字，因为有钱要分。至于这阿鲁小姐，我真好奇，伊唔知倒是做的。伊以我的理解，日本人讲的台湾语内底，伊讲的迄种语言。对无，看人即卖原住民现在分做13种，人就是有那一种语言差异，为了要表示自己的语言身份，伊还佫问啊，伊还问讲，伊讲我嘛是讲台语，伊家己的名叫做啥？台西语啦，台湾阿西讲的话啦，叫做台西语啦。好，安尼啊，好，提供大家参考。好，好，来，我大概呢，大家都有些天分是可以马上都抓起来，吼。啊，即摆啊，阮剩上尾时间因为无时间啊，吼。啊，所以咱后留上尾诶5分钟、6分钟，哦，迄个咱两个讲起来，吼，来做一个结语。哦，咱先请。上古啊，其实普通时啊，就是无啥物机会通好含大家来讨论关系里边的问题，因为其实若是无特别提出来讲的时阵，大家拢袂去思考着关系语言含文化，还是讲含规个台湾历史的问题。所以我今日是真欢喜讲会当伫咧遮听到足侪人，就是大家对着语言的想法。所以嘛，希望讲未来亲像台语的主题，无一定是台语工作者啊。敢若讲一个，用台语来讲一个体罚之类的。就是我讲，其实台语的咱讨论真侪物件，无论毋是干呐台语的头路难呀，都是关系真侪。理论的物件，是讲学术的物件，是讲生活的物件。其实我认为讲，咱都会当家己试看卖，用台语来讲看卖。所以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到遮和大家分享，多谢。其实我是靠台语咧食笑的啦，吼，应该是安尼。我是靠台语咧食笑的啦。台语未来变作是啥物模样吼？其实。我真正我无法度去想象，因为即马开始我应该去厝内即个台文系去演讲了后，我才发觉讲伊是台文系学生大多数伊是无法度用台语甲你开讲的。
伊个课本或者讲伊个考试的这个题目，伊是会晓写，吼，甚至讲课本也会晓念，但是咧，你叫伊甲你开讲，无度，大问题哦，无度，奈安尼，所以台语这个语言，伊是咧消失，这是事实，这是即摆正咧发生的。过过十年。我无倒去甲大家来说明，但是我知影讲，以我自己来讲，我家己来以我家己的例，我就是一个对二十八岁才开始咧学台语的人。讲到今日，当听到恁的频道前讲，这个语言伊是有机会会当传承的。其实我即摆去接触到真侪老师，听到讲吼，高中以上的要紧啊，咱即摆嘛爱甲希望放伫咧幼稚园，放伫咧国校的这学生，直接去教。因为因有一天会翻头倒转来，过来教咱遮时段。但是这个语言，伊以后会包括讲，伊语言要安怎生存，迄是甲咱国家未来的人口结构，甲咱未来一个变化，迄有真大个关系。伊使用的人，若是人口愈来愈少的时阵，伊这个语言就大大消失不见。你讲伊失去个翘起袂？伊袂翘起，但是会纠起。而且伊纠甲到路尾啊，变做真正你看袂着，就是甲咱失去同款。啊，救到路尾啊！你无阁继续甲救，伊就是死去。所以伊即马就当咧救啦，伊救到阁非常的厉害。这是就是家己应该无一个人无认同。吼、哦，啊，我今日只是讲救，救我家己的咧，就是讲二十八岁才开始咧学台语，我会用为啥物你袂用？你我阁几岁？二十八岁，可能我阁过十年，或者讲过八年，对无？你即马就开始学啦，等到你。三十岁时阵，你大家讲咧全部啊，对无？啊，未来啊，阁有其他越南呐、新住民的第二代，拢会出现哦。啊，这个语言，你个本意是啥物？你要去救无？这是各位恁的观念的大家观点。哦啊，大家同齐拍拼吼，其实就是安尼先来讲，我以我家己咧，后壁应该嘛会有产生大量的这种外国袂晓讲的人，但是到后尾讲到非常之好啦。我相信一定会愈来愈多，感谢大家。好，咱即摆就是搁花声吹落去吼，好多谢咱今仔日大家。咱今仔日哲学星球八周年吼，八岁生日，所以呢，足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遮，帮大家开始啉，因为哲学星球拜每拜拜五。阮这迄个头家拢互阮收息，所以阮会啉到三点，无刚到三点吼、哦，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留落来吼，啊，这多谢，啊谢谢，啊，我们下个礼拜见吼。哦